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十员，已足法定人数。我们开始开会。首先请议事人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28日星期一上午9:02至12:50，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廷飞等12人，列席委员林德福等31人。列席人员：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及所属人员，10:40由副局长王德林代理；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及所属人员，10:30后由常务次长李承然代理；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石增刚、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郑德美、部长高广奇请假；劳动部政务次长郝凤明、部长陈雄温请假；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陈家昌、署长陈国恩请假；移民署副署长张琦、署长莫天虎请假；法务部调查局副局长李长明、局长汪中一请假。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国家安全局局长、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报告。从比利时恐怖攻击事件看，外籍人士渗透我国境内，从事恐怖活动之防范及因应作为，并请国防部、劳动部、内政部警政署及移民署、法务部调查局列席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及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石增刚报告，委员陈廷飞等十四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及常务次长李承然、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及副局长王德林、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石增刚、劳动部政务次长郝凤明、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陈家昌及移民署副署长张琦、法务部调查局副局长李长明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马文君及姚文智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一案：一，鉴于在台行踪不明外籍劳工人数问题呈上升迹象，少数有帮派化、组织化趋势，形成社会治安及反恐之隐忧。为补足产业劳动力引进外籍劳工，但却因行踪不明问题严重，政府必须付出高额的查缉成本，两者间显失平衡。原此，建请劳动部、外交部、内政部移民署及警政署、法务部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国安单位，应召开跨部会协调会议研议：一、相关反恐防恐法令之修正，强化我国国土安全政策及作为；二、从源头改善外籍人力资源的引进制度及加强查缉行踪不明外籍劳工，减少外籍人士来台工作之逃跑问题。提案人：江启臣、刘世芳、罗志镇、蔡适应、吕孙林、吕玉玲、许玉仁。决议修正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我们在场的各位委员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接下来，请议事人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报告。我国渔船遭印尼武装涉及事件与南海情势发展，对我主权领土安全之国防挑战及外交因应，并请国家安全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列席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谢谢。我们介绍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以及我们在场与会的委员。首先，在场的委员目前我们刘世芳、赵伟、罗志镇委员、王定宇委员啊。那今天列席的官员如下啊，还有一个林昌卓，哦，还有林昌卓委员是不是？抱歉，抱歉，没有，好，外交部部长林永乐，亚太司司长常以立，亚非司副司长邓胜平，欧洲司司长高安，北美司副司长姚金祥，拉美司司长曹立杰，调法司副司长连建成，公众会执行长王佩林，国传司司长彭邦陀，
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第一处处长严建岳，第三处处长黄玉顺，第四处处长潘向前，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常务副署长龚光宇，巡防处处长蔡长梦，情报处处长张宗龙，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署长蔡日耀。在另外，我们国防部部长高广奇，国防部副参谋总长柯文安中将，国防部政务办公室主任梅家树，国防部战略规划司代司长李廷盛，国防部整合评估司司长严正国，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正奇，军医局局长吴宜昌，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延溥，情报参谋次长室次长张延廷，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周浩宇，后勤参谋次次长尚永强，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次长胡延年，训练参谋次长室次长陈晓明，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瑞，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刘志斌，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柏宏辉，另外政战局局长文正国中将。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现在我们先邀请外交部部长做我们今天专题的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媒体的朋友，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本人今天就外交部还有我们驻外馆处在近期内针对印尼海域所发生的我国渔船盛德才以及连翼星116号遭到印尼的公务船武装射击，另外还有一艘渔船是鼎盛号都遭到印尼海军登舰等这些渔船的事情，另外还有南海情势的发展，针对于我国主权领土安全的国防挑战以及外交因应做以下的报告。那我们把这个报告就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针对这个渔船的部分。那本案发生的经过是在3月21号凌晨3时，我们两艘琉球级的渔船，就盛德才还有连翼星116号，在行经马六甲海峡印尼的专属经济海域 EEZ 的时候遭到疑似这个印尼公务船的追逐。那其中呢，盛德才渔船有遭到这个开枪射击，那上面有17个这个弹孔。那另外一艘这个连翼星116号是没有受到损失。那另外呢，在两船他们在加速脱困之后呢，有跟我们东港的渔业电台联络，那我们也外交部在第一时间也获得相关的通报。那我们外交部在3月21号上午接获通报之后，我们立刻跟渔业署这个联系，来掌握最新的状况。另外，我们就请我们驻印尼代表处向印尼方面进一步的查证，到底是不是印尼的公务船所做。那3月21号上午呢，我们也经过我们的驻处确认之后，那印尼的海洋暨渔业部呢也对外表示，那我们两艘渔船涉嫌在印尼的专属经济海域非法捕鱼，而且呢并没有悬挂国旗，而且呢印尼的公务船呢有经过适当的程序，他要求我们停船受检，但是呢我们的渔船并没有照办，而且呢有视
有试图冲撞的情形，所以印尼方面呢有是开枪自卫，那相关的程序呢是符合印尼的标准作业程序，当然这是印方的说法。那另外一艘鼎盛号呢，实际上是在印尼的专属经济海域，后来遭到这印尼海军登检，但是呢并没有任何的事证，所以后来就放行，所以渔船就继续作业。那针对本案发生之后外交部的作为，就是我们在第一时间3月21号呢，我们就立刻请我们驻印尼代表处要求印方要提出证据，证明这个印方上述的这些说明，而且我们也立即的约晤我们印尼驻华的副代表Siswadi， 希望他们要能够向印尼政府转达针对印尼他们的公务船使用武力，表达我们严正的关切与不满，而且要求该处要把我们的要求要转达给印尼政府，希望印尼政府要提出正式的说明。这两艘渔船呢，在3月24号就抵达新加坡，卸货而且运补。那我们也特别请渔业署派了两名同仁到新加坡去，一方面是表达关怀慰问，而且也进行了解相关的情况。那我们驻新加坡代表处也有同仁陪同。那根据船长的转述，这两艘渔船呢，在印尼的水域呢，事实上并没有作业，那也没有冲撞的情形。那事发的当时呢，印尼的公务船呢，它是有透过无线电的呼叫，但是双方面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没有办法沟通。而且在那个海域里面，因为是有这个海盗出没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两艘渔船的船长也是有恐惧，所以他们加速的驶离。那根据船长的告知，我们的渔业署事长同仁也有去做进一步的了解。那圣德才上面有17个弹孔，那另外联谊星116号是没有任何的弹孔。那从3月23号一直到30号，就是我们驻印尼代表处的同仁，我们跟印尼各相关机关，包括他们的海洋渔业部都要做进一步的联系。那我们最主要就是针对这两艘渔船，遭到印尼公务船过度使用武力的部分，还是表达我们严正的关切与不满。我们希望印尼方面要能够提出证据，但是印尼呢方面还是坚持他们原来的立场。那3月29号，我们外交部有邀集法务部、海巡署、渔业署，我们进行跨部会的研商。那我们也通过了一些共识，我们会持续的对于印方过度使用武力表达关切与不满。而且呢，我们也针对这个对方所公布的这些资料，我们做了一些比对。那我们认为印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没办法接受。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印方能够尽速跟我们共同来研商未来这个渔业执法通报的机制，而且请印方要提供我方跟海域执法船别以供辨别。那3月29号呢，我们也把这些相关的立场，我们都透过我们驻印尼代表处能够希望印尼方面能够尽速回复。那事实上，印尼的海洋渔业部在3月29号他们的打击非法盗捕鱼统筹联络中心也把这些相关的资讯也有通知我们，这里面包括他们的相关的录影还有相关的书面的说明。那印方呢现在的这个说法呢，基本上还是维持原来的基调，他们是说他们以现场的录影呢质疑我们的渔船并没有悬挂国旗，而且有作业的嫌疑。另外就是我们圣德才号呢并不是印度洋尾鱼委员会 IOTC 的成员，他们认为这是有问题。另外就是印方的公务船他们开火射击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按照规定停船，反而是加速的驶离。所以驻印尼代表处也把这些相关的资料我们也送给渔业署，希望渔业署再做进一步的比对。我想双方面最主要就希望能够针对这些资料能够比对，能够厘清。那鼎盛号的部分呢，事实上已经都完成，他们也已经继续作业。后续的做法，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针对这两艘渔船在印尼的专属经济海域印尼方面是提出他们是盗鱼而且冲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做进一步的厘清。我想本案的关键就是我们这一方面还有印尼方面所提出来的这些事证还有说辞都不够完整也不一致。那我们希望双方面要进一步的厘清，能够比对证据。
那我们一方面是请印尼方面还要你提出更进一步的进一步的证据，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我们渔业署这边也能够做进一步的处理。那我们在这里当然也希望我们渔业署能够持续的向我们渔民宣导，就通过其他国家专属经济海域啊，甚至于无害通过他国领海所应该遵循的这些规定啊，比方说要确实的悬挂国旗，要收妥渔具，而且要快速的通行，来避免引发沿岸国执法机关的怀疑跟误判。尤其是目前印尼政府事实上是在强力的打击非法捕鱼，在过去这一年多来，印尼政府已经公开的炸沉了很多艘在他们的水域里面非法捕鱼的外国渔船，这里面包括越南、中国大陆、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来宣示这个印尼方面护渔的决心。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特别呼吁我们的渔船，如果通过印尼的水域的时候要特别提高警觉。我们外交部呢也会促请印尼政府要他们要提供在印尼的水域里面执行公务的这些相关的船只号码甚至于照片，以便我们的渔船识别。那我们也把我们跟菲律宾这个洽谈这个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这些相关的经验跟机制也提供给印尼方面参考。我想下一步我们也在跟渔业署在协商，我们希望渔业署跟海巡署，我们希望能够组一个这个访问团，在近期内能够到印尼去，跟印尼的海洋渔业部还有他们执行公务的单位，能够针对双方面所提出来的这些事证还有说明做进一步的比对，我们希望能够澄清这些相关的情形。但最主要的还是希望针对未来大家能够建立一些执法的合作，特别是这个通报的机制，来避免这个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我们是渔业大国，每年养殖还有近海远洋的渔业的产值超过新台币1000亿元，所以对于渔民在海上辛勤作业，除了要面对这个海上自然的这些环境之外，但我们也考虑到渔民要面对海盗、面对这些海上事件的风险，那我们还有其他国家所面临的这些情况，但我们希望是大家能够一起来合作能够确实达到这个护渔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外交部是主管涉外事务，那渔政的主管机关是渔业署，我们也会跟渔业署来密切配合，希望能够针对这个发展渔业、保障渔民还有渔船的安全跟权益能够做进一步的努力。也在这里希望在大院的指导之下，我们共同为维护我们渔民的合法权益 做一些这个进一步的努力。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南海情势的部分呢，我在这里就是很简要的稍微再说明一下，那详细的资料也请各位委员能够参考我们书面的资料。那南海目前因为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一两年来这个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填海造陆，那美国还有澳洲也在执行这个航行自由的行动，那南海相关各国的外交及军事作为，另外就是大陆跟菲律宾之间的仲裁案等因素，所以看起来这个紧张的情势是有持续的升高。那在大陆的方面呢，现在我们的了解，他们在七个岛礁上面都已经有填海造陆的工程，而且在永暑礁、美济礁跟华阳礁也完成了建制3000公尺的飞机的跑道。本年一月份他们在永暑礁有进行民航机的起降，在华阳礁有架设了高频的雷达站，另外在永兴岛也部署了约200公里的红旗九号的地对空飞弹，我想这些都是大家在关注的事情。另外，在美国的部分呢，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那事实上持续的有进行这个航行还有飞越的自由行动，其中包括了这个拉森号在去年10月27号，又有 B-52 的轰炸机在去年12月，另外在今年的1月还有今年的3月1号，那美方都有军舰在进入南海的领域，那来宣示他们航行自由这样的一个目标。在澳洲的部分呢，基本上他们澳洲是美国的盟邦，所以他们是支持这个航行及飞越的自由。在澳洲在去年的12月也曾经有派了一架飞机靠近中国大陆的人造岛礁的上空。那另外，澳洲在今年2月25号所公布的国防白皮书里面也提到，他们会加强他们的军事预算，而且是加强军事的装备，包括潜艇、潜舰在内。
那也会面对这个中国大陆日益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来维护澳洲在整个印度洋还有太平洋区域的影响力。其他的国家像日本，在过去一段时间，那除了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本年的2月16号到18号有派遣了2架 P3C 的巡逻机前往越南的岘港，跟越南的海军实施海上的搜索演习。那另外，日本跟菲律宾之间也有进行合作。那日本的根据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潜舰会在4月份会停靠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我想这些一系列的做法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持续的进行航行自由的行动。日本、澳洲还有越南、菲律宾也在加强他们在南海的军备，扩大各式的军事交流。那中国大陆呢，也警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在强化他们在南海的军事部署。我想这个紧张的情势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但目前来评估的话，整体来看，大家还是维持一个虽然有对立，但是还是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另外，就针对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南海仲裁案，这个仲裁法庭在去年的11月24号到30号就全案的事证还有法理依据有召开了实质的审查庭。那大家预计这个实质的判断大概会在5、6月之间也可能会在比较可能是在6月间。仲裁庭在2月5号的时候呢，曾经致函给中国大陆还有菲律宾，希望他们就包含太平岛法律地位的3项议题，要他们提出这个补充的说明。我们的了解，菲律宾有提，大陆方面没有提。那里面呢，主要是针对这个我本人在元月23号到太平岛去这个参访。那另外就是马总统在1月28号也登岛之后所发表的这些相关的新闻稿，还有相关的这些文件资料附件，这个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个说明。那对于南海的政策立场，我想我们在过去这2年来，事实上我们已经持续的对外说明，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有国际法而言，我想这个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还有周遭的海域，都是我们中华民国固有的领土及海域，主权属于我们中华民国，不容置疑。那我们也享有一切应有的权益，那这个立场我想我们是非常的坚定。那马总统在去年5月份有提出南海和平倡议，而且在今年1月28号的时候呢，在访视太平岛的时候呢，也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的路径图。那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事实上也都有对外发布。那最主要，我们认为针对南海的议题，希望大家要能够搁置争议，要做整体的规划、分区的开发，能够有近程、中程跟远程逐步的来推动，希望能够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但我们也呼吁南海周边的各国能够尊重联合国的宪章，还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跟精神，能够自我克制。那我们也希望跟其他的国家能够合作，能够尽量的降低紧张的情势，而且希望能够透过协商对话来和平解决南海的争端。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还会持续的再做进一步的努力。那就是针对这个南海情势这些相关的发展，外交部也在去年的7月7号、10月31号，还有本年的3月23号，我们都有发布相关的新闻，这个还有我们的立场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另外，我自己在登岛的时候，那我是继内政部陈部长之后，我们主要是邀请一些我们的专家能够针对太平岛的这个水质植被、土壤还有文史做进一步的调查，把这些相关的资料能够提供给这个各界做一个实质的参考。那另外，我们在推动洪森专案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这些10家主流的媒体，另外还有国内的媒体到太平岛去实地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在国际文宣的部分呢，我想我再简单的略过。我想外交部的网站，我们国传司，事实上我们持续的在对外做一些说明。我们也希望各界能够了解我们在针对南海地区所做的努力。那另外就是对太平岛，我们认为是一个岛，那这个部分呢，相关的资料我们也都有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也提供了除了中文之外，还有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日语等版本的短片，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太平岛陆域生态环境调查团针对太平岛部分所做的这些调查。
那马总统在3月24号也接受了 CNN 的这个专访，向国际社会说明太平岛是岛不是礁这相关的事实，还有法理的基础。针对未来的因应作为，我想我们会持续的密切来掌握相关的情势的发展，那也包括这个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仲裁案的发展，特别是仲裁案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在南海的整体利益，也包括这个太平岛的地位。那我们了解这个东吴大学的法学院会在今年的4月中旬会办理一次研讨会，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协助，这里面也希望能够对南海问题跟国际法，还有陆飞的仲裁案，还有和平解决南海冲突的这个机制，那这些我们也希望透过国际学者能够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也希望透过各种双边或者国际研讨会的管道，向各方表达我们政府的立场。这个部分我们在持续的进行，我们也委托这个很多的学者专家能够来帮我们再做进一步对外的沟通。那针对整个区域安全的角色，因为越南跟菲律宾这里使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凸显他们的这个地位，也获得国际媒体的这个关注，在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我们希望以实际的行动来印证太平岛的地位，另外就是宣示我们对南海的主权。以下做一个简单的结语，我想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完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工作。南海诸岛是我们固有的领土，我们拥有主权，那我们毋庸置疑，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来努力，那也希望我们获得这个大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各位委员先进对于我们的支持还有跟协助。以上再度的表示，向大家表示诚挚的谢意，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给我们指导，谢谢。好，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请国防部高部长报告。主席、委员、各位先进，首先感谢各位委员长期对国防事务及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再次表达诚挚的谢意。与以下仅就渔船遭印尼武装射击事件与南海情势发展对主权领土安全之国军因应作为提出报告。近期我国渔船于马六甲海峡海域连续遭印尼公务船追逐、登船临检、枪击，国军持续关注，并依政府护渔标准作业程序相关政策来指导做办理。另近年的南海情势、周边情势与南海岛礁扩军和军事化的作为，使南海情势日益复杂。国军政府主权在我，各自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以民代数之南海政策指导，协助海巡署提升东南沙战备准备及防卫能力。现仅就护渔作为、南海情势的发展及东南沙防务的准备提出报告。在护渔作为方面，于护渔区范围外，国军依政府护渔标准作业的程序，原则由农委会协调外交部协处，后续依政府指导协助海巡署执行护渔任务。另于护渔区范围内，遵反我国渔船作业区域，即有海巡舰艇保护，有海巡舰艇的海域就有海军舰艇的策应的政策指导，派遣机舰支援海巡署执行护渔任务。南海情势的发展，近年来南海情势周遭各伸手国竞相填海造陆、建立军事战备力量等作为，持续牵动亚太地区的安全情势发展。中共除积极在所占的岛礁进行军事部署外，同时运用各类公务船舶执法，提升它维权的力度。美国为倡议联合国海洋公约之航行自由，加强南海军事的部署能量，强化与南海周遭国家合作的机制，增加在南海联合军演，建立多国防御和威慑的能力，以制衡中共。东南沙的防务准备的概况，民国81年内政部设置南海小组，统合政府各部会有关南海事务的推展。85年10月，依政府以民代数的指导，于89年2月1号，由具司法警察身份的海巡署接替海军陆战队东南沙守备任务。国军持续依海巡署的需求，针对情资共享、战备准备、通联机制、人员训练、武器拨交、维保及突发状况的应处等，提升防区的守备能力。执行的概况分数如后：情资的共享，本部定期邀请海巡署参与情收指导、联合情监侦的预警及双方高层工作的会谈，落实情监侦的通联机制，由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与海巡署的情务指挥中心，在既有的机制下，采即获即报的方式实施情资交流。
战备准备。国军除加强雷截型监侦掌握海空动态外，并定期派遣海空兵力执行巡弋、运补、护航、令师任务、人道救援、海巡署护渔的需求，适切调整征询的模式与频次。通联的机制，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每日定时与东南沙指挥部通联及勤传，以掌握防区周遭海域的动态及突发状况的应处。人员信度，人员的训练，驻岛海军官兵均由陆岸队完成专精代训，并由兵科学校实施武器操作的训练，以具备一专多能之专长技能，并借每半年东南沙实弹射训的时候验证火炮的操作能力。武器拨交，自101年起拨交40炮、120破炮等各式火炮，提升东南沙防区的火力效能，并依国军通用装备委托修复的协议书，定期不定期的方式派员实施武器装备例行的维护与故障的检修。突发状况的应处，为防范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依南海情势的威胁、作战任务及兵要地形等，以完备各项的因应，以为予结语。国军根据依政府的政策指导，协助海巡署执行护渔任务及提升东南沙各项战备准备及防卫的能力，维护主权及防区的安全。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导。好，谢谢高部长。以上是外交部跟国防部的报告，其他国安局有没有要补充报告？海巡署有没有？渔业署有没有其他单位要补充的？若没有的话，我们开始进行询答啊。我们原立本委员会委员呢，10+2分钟，那么列席的委员8+2分钟。10:30，我们截止发言的登记。现在开始质询。首先，第一位登记发言的委员是林长卓委员，请质询。请外交部林部长。部长，请。还有渔业署的蔡署长，渔业署署长，林委好，嗨，二位好，二位好。我想这一件事情目前看起来最大的这个争点，应该就是说，我们觉得印尼方面政府他们觉得他们是依照他们的 SOP 来做嘛，所谓标准作业程序嘛。那我们觉得不是，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渔船并没有这个渔业这个 SOP 嘛，所以我想，这个既然最大的争点是这个的话，到底什么是他们的 SOP 是蛮重要的。所以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办法解释一下，印尼他们在做这种登船，那甚至于要查扣，甚至于还可以开枪的这种 SOP 大概是什么？我在这里简单的说明一下哈，那印尼方面有提出这个书面的说明。就是他们在进行这个登检之前啊，他们会用呼叫，会用无线电，那事实上也会对空鸣枪。就是在这些都进行了之后，那因为如果我们的渔船或者其他国家的渔船如果还不停止的话，那还在加速在逃逸的话，他们会进行这个射击。这是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个说法。那对于本案的争点，刚才委员讲的我觉得非常清楚，就双方面的这个认知是有所不同。那里面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是对的，因为确实我们是有逃离这个现场的情况，而且我们也没有悬挂国旗，所以这里面事实上是有一些情形双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来厘清。我想我们也不能一味的说我们就一定没错，然后他们也不能一味说他们就都没错了。那要厘清清楚 SOP 是什么就很重要，所以他现在回应给你他们的 SOP 是长什么样，是还是说他只是回应给你当天的状况，这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他当天他有先广播，有先什么，还等等的，这是一种回应。另外一个是说，其实他们国内要进行这样子的工作，有一套作业标准，他是回应前者还是后者？不，我想两者都有，他事实上就是按照他们的 SOP 来执行这一次的作业，这一次的勤务作业。所以在这一次之前，我们有拿到他们的标准作业程序过吗？还是这一次出事以后才跟他们要到？这一次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等一下哦，基本上是合乎这个国际的原则。2011年就发生过，跟印尼之间我们的渔船被他们跟他们有执法争议，所以千万不要说没有发生。
我想确定的就是，是不是我们现在才拿到，还是我们在数年前每年都有发生的这个状况，我们其实已经有掌握他们的，因为我们征点既然是 SOP， 你们要说他们全对，我们全对也不 对， 对，那所以到底哪些地方对，依照他们的 SOP 来看，所以我希望不是应该不是现在才拿到吧。我想这个其实每个国家那个执法的作业，它是有一般的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也就是说你要去呼叫，你要去对空，这我知道，你要，因为我想这个基本上的原则大家都一样的，但针对不同的个案有不同的处理，还是会不一样嘛。对，所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内法嘛。是，那我想要再确定的就是，按照我现在手上这边有拿到的这一份，几乎我们每年都遇到这样的状况了。我们的渔民几乎每年都遇到这个渔船跟邻国政府爆发执法争议的事件，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署长，我们主要的远航渔业的主要海域在哪里？远洋渔业的话，只要离开台湾的水域到公海或是任何一个沿岸国家的水域作业，这一些船呢，我们都称它为远洋渔业船。对，那主要海域在哪里？三大洋都有。三大洋都有，太平洋、印度洋跟大西洋。那以百分比来讲，以百分比来讲的话，因为我看到出事的比较没有到欧美的嘛，出事的大概都是。大致上，如果是以百分比来看的话，因为太平洋是我们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比较小的这些船呢，在太平洋这边算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印度洋。所以看起来，对。我以我们现在手上有的报告看起来，大概就是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这边我们出事的比较 多。那我想要请问一下，那这些国家，我们主要的海域这些国家，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这个标准作业程序的有哪些？因为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我知道国际公认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更细的，因为每个国家不一样，有些国家它可能是有点集权的国家，它的规范就会不一样；有一些是比较自由的，它就不一样。中国大陆、北韩，它一定又有另外一套规定啊。所以我要了解的是，既然这样，我们在这一整个海域里面，我们已经有多少他们的标准作业程序？在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那它有一个船舶。公务船舶在这个公海进行登临跟检查的，那是经过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所通过的一个公海登检查。你现在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啦，因为我主要的问题是，除了大家国际公认的以外，每一些国家它有一些国内执法，尤其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很敏感的那个海域，所以要了解它国内的。那听起来我们应该是没有掌握刚刚我讲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它的国内的标准作业程序，所以我现在回来看比较这个外交政策的部分，我想我也跟部长在这边一再的确认过好几次，就是既然过去八年来政府强调的，我在几份报告都看到搁置主权，强化非政治的实质关系，所以能够实质帮助我们的渔民，这个就是我们实质的外交关系要做的嘛。那包括在你们的报告里面也去提到，我们跟日本跟菲律宾签的这些相关的渔业协定，对对，我们都跟日本跟菲律宾事实上都已经达成协议，所以我在这边要请问的，相关的执法事实上都有。我现在要请问的就是，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过去八年来政府哦所谓搁置主权啦、强化非政治的实质关系的重点。那既然是这样，我想问，除了因为东海争议出了事情，我们跟日本签了渔业协定，还有广大星号的事件出事了，我们才跟菲律宾签了渔业协定以外，还有二十年前就已经跟越南签了的相关的协定以外，刚刚署长讲到的这个主要海域，我们还跟哪些国家签了渔业协定？我们过去跟印尼事实上也有渔业合作方面的相关的协定，但那个时候主要并没有针对执法的部分，所以我们才认为说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要针对这个执法通道的部分。发生这样的问题不是现在，我刚刚就讲在报告上面几乎每年都发生问题，那现在是因为报纸关注了，我们才要这个是八年来外，这个是八年来外交政策的重点，也是过去八年政府认为自己的强项，结果我们都是等到出事然后才说要去签。我想请问，我一个一个问好了，因为你们回答得很笼统。以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远航渔业的重点来讲，我们跟马尔蒂夫签了吗？我们跟印度都没有嘛？印度我们也出事了，我们印度也有出事。我跟委员报告，我想我们台湾是这些相关的这个区域性的渔业组织的成员，这个事实上它有很多的规范，事实上我们大家一起要共同去遵守。
我们就根本不用再跟印尼谈什么。所以可见不是只要国际的这样的规范嘛。那我们跟孟加拉有签吗？巴布亚新几内亚我们有签吗？我想我问这些不是说要故意一个一个来考大家啦，而是好，我们就是说没有签好了啦。那进展我们有开始跟他们谈这样的事吗？因为我们不能每一次都发生事情，或是说没有发生事情我们就要先预防，更何况我刚刚讲的这些国家包括印度都是会发生事情的，我们有开始跟他谈说哎、欸，有没有包括执法上面的这个协定，有没有开始谈就好。我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些目前来讲事实上是没有，但是我们跟巴纽跟 Papua New Guinea 之间是有渔业合作，我想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情况。我想这个对我来讲有一部分，其实有不能说一部分，其实有蛮大的失望，就是过去八年的政府认为搁置主权进行实质的国际这些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跟主权无关，都跟政治无关，都是实质帮助渔民的事情，结果包括印度等等在内出事了我们都还没有跟人家签，更何况以你们的政策来讲应该还没有出事就要签啊。委员，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台湾，我们现在是，我们是太平洋还有大西洋还有印度洋这些相关的区域的渔业组织的成员，我刚刚已经回答过了，所以在这个架构里面，但我们要需要进行国际的合作，针对个别的国家，不是说我们要签就签，这个需要双方面渔政主管机关要做进一步的协商嘛。所以我现在要提的就是说，我们即便是这样子的国际的成员，我们也保障不了之前在菲律宾发生的事情，保障不了我们在印尼发生的事情，或者保障不了我们上面在这些邻国发生的事情。我要强调的是，不好意思，署长，我其实不会再问渔业很细的地方。我要强调的是，对，我要强调的是，因为正是因为这是你们八年来强调的结果啊，你现在告诉我说有困难，你跟我说哦，这要看跟每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整个东协的这个总经济规模达到2.5兆，你们也有写过6.22亿人口，亚洲第三大、全球第七大经济体。这些邻国跟我们包括文化的交流、投资、设厂、渔业的往来都这么密集。然后上一次你的业务报告里面，对于我们这么密集的、这么邻近的邻国，你们只有写几行。然后我想说，你们应该是当天没有准备。没有关系，我当天请你们回去准备，告诉我我们跟这些邻国这么密切的邻国，大家合作的关系开始进展了没有？跟他们虽然我们无法加入东协 RCEP， 然后现在渔业这个我们也没有跟他们一一的签。我们上一次请你回去准备，准备了一个多礼拜，写一张给我。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可以写一本，我们去南海要求我们的主权，中国历史写30几页，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也写一本，我们跟我们最邻近的这些。跟他们的关系，十几个国家一张，而且还给你们回去准备一个多礼拜，所以我在这边，我其实哈，部长，我在这边不是要跟你争说，那个我没有看到哈，我不晓得那个部长，我准备的资料是怎么样，我不是要跟你争这么细的啦，因为再一次强调，我想新政府蔡英文总统他也有提到说未来的新南进政策，那我相信。以我自己的立场来讲，也很希望我们要强化跟东南亚这些国家的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要提醒部长，即便你未来不是部长，你应该也还有很有可能在我们外交领域里面出一份心力。那我们的部内的同仁一定也还会再跟大家一起打拼。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很明显的啦，从开始开议到现在，我们对东南亚相关的国家的那个交流，甚至于连这个渔业的贸易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是很有疏漏的。大家要开始做好心理准备，只剩下一个多月、一两个月的时间，大家做好心理准备，那一起努力啦，一起努力。我跟委员报告哈，其实我们跟东南亚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密切。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那一页的资料，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一本资料都可以。我也希望我们提供哈，这个我没有看到那份资料，因为会非常的失望。那至于说我们跟很多国家之间的这种司法互助的部分，至少我们都有在进行。基本上，我想再强调一次，就是大家未来还是一定会一起努力、携手努力的伙伴。我想那个是一定的，我想这个牵涉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利益。外交部，对，接着，我想最近我们针对印尼、针对缅甸，我想针对相关的这些发展，其实都有非常近。好，那就请要做好准备了，因为新。
我们跟东南亚的这些友邦邻国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是未来包括台湾人民都有强调的重点。谢谢。是，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罗志政委员质询。主席可以麻烦请外交部长，还有我们的渔业署署长。部长还有署长，罗委员好，部长好，署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哈，3月21号我们发生这个海上的这个事件，您知道3月19号，中国跟印尼之间也发生类似的事件，署长知道吗？我知道。在什么地方？也是在那个吐纳土，那吐纳啊，那吐纳那个地方，中国的做法是什么？他们去强力的去交涉。交涉而已吗？交涉。他派上的他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警卫队去保护他的渔民呢，把人押出来，因为他们人也被抓了。那我们的他们的这个警卫队是逼死的印尼人把人放出来啊，对不对？部长，您知道这个事情吗？我知道，我看到19号发生这个事情，我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好，19号发生之后，2天就发生我们的这个情况。我想要请问署长或者部长的。有没有做到善尽告知我们的渔民说，最近中国跟印尼才发生这个事情，要特别注意相关的情势？不是，委员，我要跟您报告哈，其实这个发生的事情，这个不是说最近才发生，一直都有，我知道，已经一年多了。对，我刚刚在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印尼事实上已经炸了很多的渔船，没有错，主要是针对非法捕鱼的部分。那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渔船事实上也有类似的情况，那跟我们在那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现在问的是说，我们有没有善尽提醒告知我们渔民的这个做法？署长，是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这些相关的这些资讯哈，包括印尼强力的这个扫荡非法的这个捕鱼这一块嘛，都是有很跟渔民呢做过很多次的这个说明。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会不会觉得这2天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印中之间，印尼中国之间刚发生这个紧张局势所牵连的影响，有没有可能？这一部分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这个直接的这个推测了，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直接的推测。那部长您怎么判断呢？不，委员，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敏感，因为21号当天，我了解21号当天，您知道吗？印尼召见了中国驻印尼大使。我了解，这个事实上针对印尼跟中国大陆，这个变成是一个很重大的外交事件。没有错。但是我们这两艘渔船，我们要了解，他们事实上是经过印度洋，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个海域，因为它又没有挂旗，又是在半夜，这个视线也不清楚的情况之下，那又有印尼的警告，所以他们有逃逸的情况。对，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情形需要来再进一步的厘清，还进一步厘清。对，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不应该是相提并论。我知道，我现在只是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因为这个紧张局势的升高，让双方有过度的反应等等，因而影响到我们的渔民。我跟委员报告，我跟您保证，我们跟印尼之间有非常充分的沟通， okay. 而且到相当高的层级。OK， 所以不至于因为印度跟印尼跟中国关系而被牵连嘛，对不对？没有没有。OK， 好，谢谢。关联。那署长，请先回好了哈。那个部长，我请问一下，那个最近到太平岛，这个邀请国际媒体这一块哈，可不可以请那个彭司长一起？这个专案叫什么？洪森专案，对不对？对，洪森专案，对。您觉得成效怎么样？我们觉得成效还是相当的不错。好，总共几家？我们总共几家媒体？国际媒体？我们国际媒体一共有10家。跟委员报告，那个我们总共邀请了10家的国际。好，我就要确认一下。是你们邀请他们自己决定，还是我们指派哪几家国际媒体？我们根据我们这个案子的特性，我们是邀请了国际媒体，是我们来指派名单。应该算是我们来决定这个名单。你们决定名单了，决定哪几家媒体，对不对？是。好，那个市长，你以前在新闻局做过，对不对？是。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形？是名单是我们指定的？媒体名单。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案子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问你说，过去在新闻局的案子里面有没有发生过是名单是我们指定，而不是 FCC， 就是外国记者俱乐部或由媒体他们自己去协调？没有发生，没有发生过，对不对？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案子是特例。我知道，我听到国际媒体在跟我抱怨，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
媒体有我们指定哪几家媒体去的？报告委员，我必须说这个案子是特例。特例嘛，因为只有十二个位置，那进来那十二个的位置过去也可以另外的瞧法，因为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啊，由 FCC 这些媒体他们自己去互相去推荐，报告或是处理。其实啊，国际媒体对去登太平岛采访哈，我可以说是有一百多家，很有兴趣嘛。对，那对不对？如果这个位置只有十二家、十二个位置的话，我们来怎么决定？好，那我们自己主办单位来决定。我知道，我现在重点不在就是说我们的成效是怎么样。我现在讲就是说，当你指派哪几家媒体的时候，你不知道会有可能副作用吗？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指派的话，我们有我们一定的逻辑。第一个，我们的国家的那个平衡性；第二个，它媒体属性的平衡性；还有第三个是我们台湾境内和台湾境外的媒体的一个平衡性。我们有我们的逻辑。对，但是媒体不见得接受。那这是一定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对啊，这是不可能，因为一百多家的媒体想要去，那我们只安排十家媒体去，那一定有很多人不高兴。我不想问你，就是那个标准是什么，因为会伤到一些国际的媒体。他认为我不在那个标准里面，当然过去我刚才问过，在过去的新闻局的做法里面，基本上我跟你这么 capacity 就是十几个，你们这些 FCC 或怎么根据他的需要，根据他们之间的资深资历、重要性等去排的，那这是第一次我们由我们来指派嘛，对不对？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案子是非常特殊。第一个，这座位有限；第二个，我们诉求的那个讯息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有我们好，那我就问一下，你们做了事后的报道，篇幅大概多少？篇数大概多少？143篇。好，那报道的角度呢？报道角度是虽然是叫做那个事实的陈述，但是呢，整体来讲是完整的，而且充分的报道是充分的表达我们政府的诉求。市长，你这张照片知道吗？我知道，我看到什么照片？这个是我们那个整个团在岛上的一个合影。谁的合影？岛上还有那个国际媒体的合影。他们做什么动作？好像如果是表示赞的手势。比赞的动作。是的。你知道国际媒体跟我抱怨？是。为什么抱怨？拉他们背书。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这只是一般性的团体照。结果我们外交部提供这个照片，然后我们这个 CNA 就是中央社提供个照片，把所有国际媒体拉来帮我们背书，这叫 propaganda。你觉得这样适合吗？里面有记者不愿意声赞呢、欸。不过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国际媒体。那如果没有这种抱怨，我不会听到。他当然不会给你抱怨了、啊，因为事后才发生啊。报委员，如果有十个媒体，其中一个向委员报告，那九个没有说话，我知道了，觉得可以接受的话，我觉得那个市长，你从事国际新闻工作那么久了，媒体是要在自然独立的情况下做我们报道。当我们用这样一个媒体，把所有媒体拍个团体照，然后中央社甚至外交部主动提供这个照片本身，我觉得对这个媒体当时到时候要做报道的时候是 weaken their credibility。这是有问题的，这个当然很好哦，我们做来很成功，所有的国际媒体跟我们合照，帮我们比赞。可这个本身不应该拿来做宣传，好像是我们请他们来，然后他们拿我们的这个招待，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对我们宣传来讲，宣传是无形的，不是这么大拉拉的 propaganda。如果没有问题，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抱怨了。市长，他们不会跟你抱怨，会来跟我说，希望我们啦，要外交部。或者过去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可以做的细腻一点点。好，市长提供你做参考一下。是，要谢谢委员。那个可不可以请部长？那个国防部，我们高部长，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国防部长，对不起。罗委员好。哎，部长早。那个，请问一下，到底南海有没有在进行军备竞赛？现在看起来是因为他们填海造陆以后，各个国家对这些争议的事件啊。比较紧，我讲军备、军事武器啊，装备上有没有在进行军备竞赛？现在看起来，因为中共他在西沙方面，他的军备是增加了。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不知道你看所有的研究报告，包括瑞典的 CPRI 啦、等等，所有的报告都告诉我们，南海地区相关的国家都在进行军备的准备竞赛当中，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出来的，他们可能都填海造陆或一些阵地的工程了。啊，武器的采购呢？武器的采购，他们现在你讲的不是在南海区，是他在国家整个国家内部嘛，对不对？越南他当时增加了。那太平洋舰队 Sweet 司令说，在这个区域
正可能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军备竞赛，你同意这个说法吗？他们是强化的军备，菲律宾跟越南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整个来讲是升级的，不是降级的军事的竞赛嘛，对不对？应该是他们强化他们的自己的国防武力。好，最近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Stennis 到南海去，我没有掌握吧？有。这个动作是针对性，还是你觉得是例行的军事巡防？我们所了解的，美国在南海航空母舰在那边演训呢，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过这个案例。好，那美日印在菲律宾北边的这个联合军演，你的判断，它的演练的目标项目主要是针对什么？当然，它是针对这个南海的情势，可能比较有这个需要，所以他把航空母舰派在这周遭做演训，好，是有他的目的的。好，那我们整个区域的这种军备，不按竞赛也好，或者在这个发展也好，你觉得它是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还是可能在失衡当中？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还是不太了解。就是说，整个的军备竞赛，如果大家发展它的武器装备，然后军事的动作一大堆等等，你认为整个的军备竞赛是在动态的平衡当中维持一种稳定的平衡，还是有可能失衡对我们不利？我们其实希望还是要和平稳定的。对啊，但是军事上从国防的角度来看嘛，我们外交上当然希望和平解决，但国防上来讲，我们认为这样是对我们有没有造成失衡的危机？应该是他们还是在互相的竞争或是在斗而不破的这种状况下，是在互相在制衡的一种状况中。对，那我们有没有在当中？我们的国防政策还有我们国家政策就是希望和平能够把这些事情争端能够处理掉。那我最想问的就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相关的因应的剧本？我们在兵推也好，沙盘推也好，有没有做相关的准备？包括如果不是我们直接卷入，而是其他国家发生这种军事的冲突，不论是故意的或者是意外的冲突，我们有相关的剧本跟委员报告。所以我们当初讲，我们要把海巡的在南沙的战力一直在做把它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战力上面。有没有可能最后还是由我们国防单位而不是海巡来扮演角色？那是要看到一个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我们的一些应变的一些因应的计划？对，我们当时用海巡就希望能够降低那个冲突嘛，对不对？是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必要的时候又重新回到我们国防部，由我们国防部，由我们军人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个可能要国家政策来知道。当年把陆安队换成海巡署，是由南海政策小组，是国家的一个政策指导，整个战略嘛。是的。对，所以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要看最后的国家，我们国防部是配合，是会听国家的政策指导来做这件事情。OK， 好，谢谢，谢谢高部长，我们林部长。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蔡适应委员咨询。主席，能不能先请外交部部长，还有我们越署部长，还有署长。蔡委员好。这个我想先请教一下外交部跟署长，就是说这个印尼政府有公布他们现场执法的影片吗？有没有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渔业署说还没有拿到，我想他们事实上原来有公布了一些影片，最近也有公布，也有送给我们相关的资料。那所以到目前为止他送给我们什么资料？就是相关这次执法的资料，包括这个相关的影片、相关的书面的资料。所以说有影片哦，有影片。所以外交部看过这个影片了没有？我本人没有看过，不，我是他们有。那有没有转给渔业署看过了没有？还没收到的。对，还没收。送来。我渔业署还没有拿到这个。还没拿到啊？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个影片呢、啊？这个我想请教一下外交部哦，外交部什么时候收到印尼官方提供的资料的？这个是29号，29号收到，今天31号了。我们是代表处，他们会把代表这书面的。我想问一下，因为印尼政府一直宣称吼，这个案发的时候没有这个两条船渔船没有悬挂台湾的国旗嘛，对不对？对。那这个影片各位看过，到底有没有悬挂？应该是没有悬挂。我想这个事实上没有悬挂，所以我们的印尼船只并没有悬挂。我们自己渔船也承认没有悬挂。我们的渔船没有承认悬挂哈，因为我看好像。这个要先确认这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我想再提一下。委员做一个说明哈。
那两条船，盛德才这条船的船长，他有讲，他有悬挂国旗，但是被吹掉了哈，所以被吹掉了。那另外的话是那一条连胜新连新那一条船，他说他没有挂旗。那为什么这渔船不挂国旗啊？那渔船是照理讲是要挂国旗，对啊。但是呢，因为他出港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所以呢，他挂了这个旗呢，天天挂在上面，那风吹雨打，哦，那所以这个国旗容易坏掉就对了。坏掉，对。那不然下次拜托署长哦，我们会去远洋作业的船只，我看有我们渔业署统一采购国旗送给他们好了啦，这应该可以吧？我想这也是彰显我们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啊。这一块的话，悬挂国旗本来这个船上都要有，应该要的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印尼政府的一个宣称说，要看到的两条渔船是无国籍的嘛，所以他把他要求他停船嘛，以及看到他有疑似这个海上作业这样的一个状况嘛，那我所以我才会说，第一个。他是不是有海上作业？当然，这个我们会持续来要求我们的渔船经过他国经济海域的时候，除非有签订渔业作业协定，否则就是不能够有渔业行为嘛，对不对？除了第二个，对不起，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我们的船只的这个船只国的国旗应该要挂起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相关的渔船都在国外有作业哈，对于台湾来讲，台湾是渔业大国，我想。署长，你应该去就这个部分来处理一下，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这第一个哈，这一块我们会跟我们的这个移民再做更仔细的。对啊，如果真的这不行，就渔业署买国旗好了啦。然后过来，第二哈，马六甲海域，我们的渔业署报告里面认为说这边有海盗出没嘛，对不对？所以他认为它是一个危险的区域，就对了嘛。是那个地方的话，确实马六甲海峡是海。台湾的渔船在那边有曾经被海盗劫持过吗？啊，过去台湾的渔峡船在马六甲海峡的话，曾经有被。这个海盗追击嘛，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外交部哈，我们过去这应该是两个一起询问哦。我们过去有说我们要护渔嘛，对不对哈？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目前护渔的这个海巡署或者是国防部这边呢、啊，我们护渔的范围啊，在哪些地方有护渔的范围？我跟委员报告，我想我们现在跟日本签署这个台日渔业协议，我们跟菲律宾也签署了这个渔业执法合作协定。我想这个是我们附近的海域了，所以这个我们在活动是比较容易。对对，所以这个渔船作业，对渔船作业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海巡署就有派船只在旁边吗？对，这个只有在渔汛期，就是渔汛期附近的印度洋的部分有没有？没有到印度洋或者到太平洋、大西洋其他的区，我的印象是没有。那是不是请署长来做说明？啊，是。这样子就说我们定政府也颁布了一个护渔的标准作业程序。对啊，我知道。护渔标准作业程序的话，是大概就是界定在我们自己的能够管辖的这个经济水域范围内。所以公海没有就对了。公海方面的话，是去的话，我们的船如果是去的话，海巡署是每年我们要跟海巡署协调，大概两航次或是三航次 到哪些地方去？到太平洋的南太平洋的公海，或是北太平洋的公海，然后去做。所以只有太平洋、印度洋有没有？我们请那个巡护跟我了解，我知道是登临检查。印度洋有没有？报告委员，那因为根据我们的护渔标准作业程序啊，我们国家护渔的范围有三大部分，一个就是我们专属经济海域。就是这我展现了，我刚才问你说，现在太平洋南太平洋有吗？没有，南太平洋没有，那为什么署长讲有？中西太平洋讲到的是说，在公海，我们跟其他的国家有互相公海上互相登临检查的一个机制，所以呢是在公海上去做登临做检查。我了解，那我现在是说，我们目前的话也可以对我们自己。那我想请教一下海巡署哈，我们目前在护渔的地方，海巡所去的，除了我们自己的经济海域之外，还有哪些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东南沙，东南沙，东沙岛啊，所以南太平洋群岛那边并没有嘛，对不对？中沙太平洋，在哪边再讲一次？中沙太平洋，中沙太平洋，那个印度洋就没有嘛，哈，没有。好，那我想问一下哈，那目前为止我们台湾的渔船哦，根据渔业法适用说，所谓可以雇私人保全这个部分有没有？有多少船只已经雇用了？有这一个部分是我们渔业法，对我知道有多少船只已经雇用了。我了解到的大概应该有这个一两百艘的，大概180艘。180几艘，那这两条船应该是没有嘛？他没有雇用那两条船，没有那两条船没有雇用嘛？好，那我想说，可能未来我们的渔业署在这个部分可能要再继续跟这些相关的渔船跟他们沟通清楚哈。那我想渔业署能不能
什么时候可以提供一个正式的报告出来？就是在印尼政府也提供给你们参考完之后，渔业署这边就这一个案件提出正式的报告以及回复给印尼政府。不然这样子，就是说，就我们要接到印尼的这个相关的，我知道嘛，现在不是已经到外交部了嘛？对 对，那外交部给你们，你们要多久的时间？来做。那其实我跟委员来说说明哦，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科技哈，我们船上有三种的这一种。我了解，没关系，你就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我们尽快啦，因为尽快一个礼拜行吗？一个礼拜可能有困难。一个那两个礼拜，我们要我们尽量赶在两个礼拜里面。尽量两个礼拜之内，希望我们的渔业署就这个部分提出正式的报告，而且回复给印尼政府。好，针对于他讲的，如果我们认为是不对的部分，我想我们也要马上也要跟他们说明哈。那台湾印尼的协定目前没有嘛，对不对？跟印尼是啊。对啊。那印尼的话，过去是有，我知道过去有，所以问你现在没有嘛，对不对？这一块的话，在这个执法的这一块是没有。执法的部分从头到尾都没有过嘛，是的，是的。那你认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尽速来跟他们就这部分来洽谈？我觉得是说，因为有去接他，那这个很多事情大家彼此之间呢就可以减少误会。当然嘛，你们跟他谈过了没有？这一部分我们昨天我大概跟外交部也在。那你们什么时候要去访问他们？就是、希望是说印尼政府能够。那你首，所以你要去拜访印尼的渔业部嘛，对不对？海洋部。这部分我们会跟外交部来 做研究。好，那我也想说，你也一并提出一个报告内容哈。这个女生的这个印尼的这个部长看起来是颇为强硬的啦哈。是。对，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尽速就这个部分跟印尼政府协调完的话，我相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类似的事情会持续的发生哈。所以在这部分，我想说，请我们的这个渔业署跟外交部能够就这个部分马上能够来跟他们来洽谈，因为我听起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跟印尼方面有提出来，就希望将来针对执，就是最近这一次嘛，对吗？我等于说我们之前都没提嘛，针对执法合作，针对相互通报，对，针对这些相关的情形。过去我们跟印尼事实上是有渔业合作，过去渔业署署长也到过印尼，对啊，那为什么后来就不签了？说不定我问这个要问署长嘛，为什么后来署长后来没签？是不需要还是怎么样？因为他。约哈是两方的，那到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话，这个没有他没有再续的话，就是啊，那为什么不续啊？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续，所以我们在去年，我们去年就跟印尼提出来，我们要再跟他再来洽谈这个。那你们谈了几次约的合作？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印尼还没有出面。所以我们想约说赶快尽速，赶快跟印尼方面再谈一下吧。好，你说你这个部分，你也事后再提供一个资料给我们，你预计怎么样跟他谈哦？再来第二个，我想请邀请我们的国防部部长。就南海的议题吼，部长备询好，还有我们的外交部部长也一并留长。委员好，这个按照外交部所提出来的相关资料，我记得国防部之前也讲过吼，就是中国在7个岛屿进行填海道路，而且完成了3000公尺长的飞机跑道嘛吼。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国防部长，3000公尺长的飞机跑道可以停什么样的飞机？一般的战斗机都可以降落。战斗机就可以降落了。那我请一下，台湾现在最大的岛就是太平岛嘛，对不对？在南沙的部分。太平岛的这个跑道长度多少？1200公尺有没有办法停战斗机？风险比较高了。风险比较高嘛，我们有没有在太平岛降过战斗机？没有，没有过嘛。那根据中国目前已经在这个南沙群岛进行所谓的3000公尺长的飞机跑道啊，部长就你的态度来看的话，你认不认为南沙太平岛我们有必要增加太平岛的所谓的这样的军事设施，包括跑道继续扩建？包委员，这个整个来讲，我们现在国家政策是希望能够和平的、啊，就是和平稳定那边、就说不要改变现在现状，美方也不希望现在这些岛礁的改变现状。那你认为不要改变现状，你觉得和平会稳定吗？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希望按了这个方向来做了。那委员讲的这个强化军力这部分的话，这个我们有在指导海巡署做它基本的战力这方面的强化。因为哈，我们可以看得到哈，目前这以国防部跟外交部提供的资料，它除了3000公尺的飞机跑道之外，它也设了高频雷达站嘛，对不对？我们在太平岛有没有高频雷达站？我们也有必要的设施了，就有类似的设施哈。那他们有设置这个200公里的红旗9地对空飞弹嘛，对不对？我们在太平岛有没有地对空飞弹？保委员，这个我应该是没有吧？这个还是这不能讲，我们不需要在这边讲，我们私下跟你委员报告。好 ，OK。然后另外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永兴岛有做飞弹试射嘛？我们在太平岛做过飞弹试射吗？
好像只有做火炮射击而已嘛，对不对？一般的试射差不多在我们周 台海周遭。对，台海周遭嘛，吼。那我现在问题就是说，吼，能不能请我们国防部再去重新检讨一下，吼？因为你之前说我们有南海政策小组决定了把我们从陆战队改成了所谓的海巡署人员派驻嘛，对不对？希望可以降低风险嘛。当时的原意是这样子嘛？那是国家的一个政策。对，81年，民国81年，民国八十一年跟现在距今已经20几年了啦，吼。是。就是多少了？30几年了，吼。我要讲的状况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局势一直在重新做改变，吼。那国防部跟外交部有没有考虑在建请政府就南海政策的部分重新召开一个南海政策的会议，重新来做检讨，提出新的南海政策的纲要出来？这个应该是问外交部长说明，还是觉得有没有必要性？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有南海小组的设置，我们主要是配合我们的学者专家，还有你的南海小组位阶太低了嘛？对，基本上就这个还要由国安会来做一个指导。那国安会今天有来吗？在国安会的架构之下，事实上我们相关的人员都在里面。国安会有没有来？国安局有来，国安会没来嘛？对不对？哈，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我就把这个部分再问完就好了。哈，不好意思，我会觉得这样子，因为民国八十年开过这个南海政策之后，到目前为止，现在是105年，其实25年的时间。哈，我认为有必要，建请我们相关单位重新就南海政策的部分重新再开会讨论，那也汇集学者专家。还有我们国防部、外交部的意见，以及当然你也可以收集美方的意见，重新定一个我们新的南海政策的一个纲要出来。为什么会这样讲？民国八十年的时候，我想中国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填海造陆的情形啦。民国八十年的时候，周边国家对这些对南海周遭群岛的海域的主权主张，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强烈。所以我觉得整个环境已经变了，我们不应该再用一个民国八十年的政策，当时所做的决定一直延续，我觉得必须要重新再检讨。那检讨的结果有可能是一样，也有可能做个改变。所以我在这边我要呼吁我们的外交部，跟国防部应该来建请我们的国安会，就这个部分来重新召开，然后也两部还有相关的部会提出相关的意见出来，对于太平岛的设施是不是要做个军力准备，或者在其他相关的岛屿等等，我觉得都有它一定的必要性。好，以上，谢谢。是，谢谢委员的意见，我们会来做一些评估。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刘思凡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想请外交部长还有我们的渔业署的蔡署长好吗？请部长跟署长。是，我先请部长要帮我回答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的台湾跟日本啊签了一个协议的部分哈，是在几年？那台湾跟菲律宾签的协议是在几年的时候？跟渔业保障有关的，对，我们跟日本签的台日渔业协议哈，是在这个2013年的4月。那台菲呢？台菲是去年的11月。去年的11月，那大部分人都会提到说，我们是因为跟我们的日本或者菲律宾啊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才去签这个双方的协议。譬如说，跟日本在签协议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钓鱼台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在签的这个协议里面的适用范围呢，当然是有提到说海洋资源的共同来开发跟使用，但是事实上大部分是在界定我们这个钓鱼台附近的这些海域，所以在我们的协议范围里面呢，我有看到它包括说有很多经纬度的部分啊都有提出来，所以这个部分比较跟我们的护渔，这个主要是台日渔业协议的部分。是，所以但是这个跟我们的护渔到底有没有关系啊？跟我们的渔产那个蔡署长，台日的部分。台日的部分的话，是主要的话，是因为台湾跟日本是这个邻近相邻的国家嘛，那有经济海域的这个重叠，那我们会主张在我们的经济水域，我们的渔船是可以作业，日本也主张他的渔船可以作业。好，所以那我们根据的法律是属于哪一些法律？可以在重叠的经济海域里面呢，各自都可以互相捕鱼，是根据什么样的法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如果我们跟台湾跟日本在签这个对不起，台湾跟菲律宾签的这个部分呢，是有关于渔业事业执法合作协定的部分。最主要是因为如果我们有台湾的渔船呐、到菲律宾的所谓经济海域里面去发生事情，像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跟印尼的海域发生事情的时候所处理的部分嘛，对不对？我想两个是不一样的。对，当然不一样。那我可以请教一下，他则根据的法律是哪一些法律？不是，也是哈。
因为台湾跟菲律宾也是邻近的国家，所以两个国家的经济水域的主张，水域呢是经济水域的主张，是有重叠，有重叠。对，所以对于这个经济水域里面相关的这种执法的这渔业方面的这个执法呢，大家呢这个要能够协商来谈判。那这是2015年，其实也是因为屏东籍的这个广达新的事件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台湾跟菲律宾建构了这样子的一个协定的时候呢，其实是建立一个执法的合作机制。那刚刚在两个就外交部在报告的时候有提到，希望可以尽快跟印尼来签署有关或者谈判有关这方的协议。那我要问一下我们的部长，如果我们要签署这样的协议的话，是按照台湾跟日本签署的这个版本呢，还是台湾跟菲律宾所签署的版本的方式？我想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依照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模式了，因为我们跟印尼之间并没有重叠的这个专属经济海域。我想主要是针对这个执法的部分，但另外就是过去我们跟印尼之间也有渔业方面的合作，那印尼方面事实上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渔产加工或者渔业合作的部分能够做一些努力。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一并的考量。部长，我要请教您一下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如果跟印尼签的这个协议的部分是按照菲律宾的部分只是做执法合作机制，那其实跟我们保障渔民或者渔船或者捕鱼的这个经济上的利益呢，其实就没有相关，对不对？所以其实我是要希望我们可以再多做一点的部分。如果我们有我们的法律基础，不管是联合国的海洋公约等等这些，或者是我们彼此双方在经贸合作的备忘录上面签署的部分，其实可以有两个。第一个，渔业开发或是渔业合作的部分，这个可能比较多的事工呢是要在我们的渔业署这边来处理。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建立合法的这样子的这个机制，来解决我们现在渔船到他们的所谓类似经济海域受到武装攻击的这个方式，不管是我们挂国旗等等这些，不能只有规范我们单方啊。而且呢，外交部在签署这个部分的话，包括海巡署或是我们国防部，也要能够界定他们能够参与的范围在哪里。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未来我们要去谈判的时候，不能只有规范我们自己的渔船，你不可以这样子做，你要赶快挂国旗，你要把渔具收好，这个是双方面的，赶快无害通过，赶快走，没错，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因为对，这是在对方的海域里面，当然是对方可以提出的要求，在我们的海域，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要求。是不是对方的海域，我们都不知道哦，是不是对方的海域，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海域，对方的，这个是对方的专属经济海域，没错，也许他是公海嘛。没有没有，他对方确实是在对方的专属经济海域。那我们跟印尼之间事实上并没有重叠，跟菲律宾的情况跟日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是，那我但是刚才委员那个 point， 我稍微简单的说明了，事实上我们跟巴纽还有跟南太的国家，事实上之间也有这个渔业方面的合作。那特别是在如果是要到他们的专属经济海域里面捕鱼的话，一般以缴这个入渔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能够获得捕鱼的权利。我想这也是一种合作的方式。是，我现在就要询问您一下哈，我所了解台湾跟印尼其实曾经签过渔业合作的 MOU。是是。好，但是那个时候是2005年到2009年。是的，是。它叫做台湾印尼海洋及渔业合作备忘录。可是为什么从2009开始到现在为止，两国的协议都完全没有呢？因为备忘录结束到2009结束以后就没了啊。想到这七八年的时间，在我们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期间就不见了呢？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你听我讲完。我们都知道，印尼的渔业资源非常的庞大。就我所了解呢，他们一共呢每一年会有1526万公吨的渔产，哎，这么大的部分，不是只有印尼人可以去捕鱼的话，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渔船不能去那个地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请蔡署长还是部长跟我们回答一下？想要空窗期有七年的时间，我来处理呢？跟委员说明一下哈，如果我们跟国际法来讲，印尼的这个经济水域是他的这种这个主权管辖的这个水域。我现在不讲内，我不讲他的内部的领海，我讲的是经济水域，我讲是经济水域。那这能不能其他国家能不能进去捕鱼？这个是要由这个经济水域的这个国家呢来做决定。那我们的船当然是说希望能够去跟印尼来做这样的合作嘛。那其实印尼的现在他们的这个政策是排除外国籍的这个渔船在他的水，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我们听到坊间的说法会觉得说台湾有的人呢其实是把印尼的船籍拿来当是人头？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可能我是在找另外一个时间跟委员来做报告，因为里面的话确实是有一些前客
当中在拉线，那这种拉线的话是不见得是得到印尼政府的这个授权认同或是同意的，所以这一方面甚至还有些人是捕鱼捕完了以后就把鱼货在公海里面 就卖给中国船籍，对不对？所以这种因为中国跟印尼在当时有签订一些渔业的合作协议，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很希望、哦、这个门能够打得开来，那我们的船呢可以呢这个正正当当的合法的在那边作业，所以我们也跟印尼提出来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谈在他的经济水域里面有关的这个渔业合作，但是呢我们所得到的这种信息的话是印尼对这一块的话没有意愿，没有没有、哦、但是我们是希望还在努力。你的意思是说从2009到2016的时候印尼完全没有意愿跟台湾来签署我们渔业合作的备忘录吗？渔业的这一块签署只是一个 renew 的动作而已、欸啊、因为 renew 的如果对方我们想是说签署啊是两方面都要合意、啊、为什么才有办法签署嘛，但是呢我们提出来了，但是呢他现在还不愿意。不是现在2009的时候、啊、为什么那时候不同意？还是我们没有去努力过？有啦，还是他们换总统？有啦，是哪一个、啊、其实他们的也是时常在变的、就是、我就是要问你啊，也时常在变的，没啦啊，是怎样2005到2009有四年的时间可以签 MOU 啊，2009到2016有七年的时间都空窗期、啊、我们是希望能够跟他谈得成能够签，但是呢对方的话在某一方面比如说在他的水域里面作业的这一部分呢他是没有意愿的。没有，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一定有一些政治因素。我觉得蔡署长我跟委员报告这个2005年在签这个渔业合作备忘录的时候，事实上我在担任驻印尼的代表，那个时候胡兴华署长有去哈。那可是我也要强调一下，就是其实每个国家都要保护他们自己本身的渔业资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过去这一两年来，这个印尼方面已经炸沉了很多国家的渔船，他就是不希望他们这些渔船到印尼的海域去抓鱼，所以这个部分要双方面要建立一个合作的一个机制。可这个部分看起来印尼目前是并没有这个意愿。没有没有，部长，我告诉你哈、哦，印尼在跟中国签署的时候是2014年10月有签署哦，他是最近2015年1月的时候宣布废止，就是因为印尼跟中国之间又有一些其他的瓜葛产生。所以事实上，我刚提到了七年的空窗期。为什么印尼可以跟中国签？没有没有，另外不，我跟委员报告哈，其实当然蔡署长可以找时间跟您再做说明。其实我们过去是有很多我们台湾的渔船啊，就是在印尼啊，就是改悬挂印尼的国旗啊，变成印尼的船籍，在印尼的水域里面作业。其实这个蛮多的了。是。那现在这个情况当然很复杂，我想这个部分，我想也许蔡署长可以找一个时间跟委员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好，那我想这样子就是要请我们两个部会要合作了哈，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委员还是希望说我们跟印尼一定要再开启这个谈判的机制。是。那现在我想要了解这个开启谈判的机制，印尼这个国家或者是他们的海洋资源部的女性的部长，她是相当强硬，是，也一单方面对他们维护自己的渔权，我想是相当的好。是。他们到底有没有意愿啊？不能我们单方讲啊，我们自己很希望跟他谈，结果对方一点意愿都没有，我们到底已经有这样的管道开始启动了吗？我们有这个管道，我刚才也已经说明哈，其实我们接触的层级事实上甚至于超过这个海洋渔业部的部长，但我们是希望能够啊，针对这几个部分，渔业合作当然是一个项目，执法合作，相互通报，我想这些就是怎么样保护我们渔船作业的安全，我们希望能够一步一步来做，这个市场已经有向对方做一个表达。是，我想我们都一再表达哈，在我们的这个国防国安跟外交都没有任何空窗期，那现在已经碰到我们的两三艘渔船碰到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希望能够建立两个机制，一个就是紧急的执法的机制，保障我们渔民的安全还有渔船好不要再被炸沉等等这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渔业资源的合作。我想这样的部分的话，印尼会觉得说，哎，来谈的话，也许双方啊都有互利，能够创造双赢的话，这样谈会比较好。是。那我想要知道，同意，对，在你们谈判台飞的过程当中是多久完成的？大概谈了两年多。两年多。对。那台湾跟印尼谈的话呢，要多久？哦，这个时间很难估算的。我想我们事实上已经把这个意愿提出来。刚才我也特别提到，我们希望渔业署能够在近期内也能够组一个团到印尼去，跟对方的海洋渔业部能够面对面，针对这些相关的议题，已经发生的，还有未来我们的规划，希望能够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是在还没有完成这样子的个沟通机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暂时的这个处理，
就是仿效跟台湾、菲律宾的方式。对，暂时的处理就是希望我们跟印尼之间要能够针对这个执法合作的这个部分，虽然没有达成协议，可至少要有一些这个谅解，有一些合作的一个机制。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应该要做。那就麻烦好吗？请外交部还有我们渔业署就一起来加油哈，好吗？谢谢你，谢谢。是，谢谢委员。好，谢谢。下一位，请王定宇委员咨询。谢谢主席。麻烦国防部长高部长，还有国安局我们的周副局长，还有林永乐外交部长。好，以上请备询。委员好。委员好。部长、副局长辛苦哈。委员好。今天报告相当多哈，但本席这边想要就一件事情先来询问一下，根据外交部跟国安局的报告。现在在南海，中国把礁填土变成岛，放了射程200公里、300公里的飞弹，也准备放战斗机，也有海军陆战队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全世界尤其美国的智库都预告了下一个动作可能是做什么。我看到这个外交部的报告有稍微提到这个东西，下一个动作就国防部那个局势在那个里，你觉得中国下一个动作会做什么动作？委员报告，您刚讲的那些东西，他在西沙，并不是在南沙。好，西沙那边他做的动作，他准备要在南海画一个 ADIZ 嘛？那是媒体的一个报道，可是现在还并没有这样做。那如果他们画了防空，他们的所谓的 ADIZ 防空识别区这个东西，国防部的态度是什么？其实画了国防那个防空识别区，其实我们国家也有防空识别区啊。你们对中国在南海画 ADIZ 的态度是什么？其实他画了东海的防空识别区，就很多国家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在问我们国家的态度啊。这个，你们中国在那画设，各国都有态度，我们中华民国态度是什么？我们在东海和平啊，我们就觉得要维持区域和平的话，这个是，所以我们就不讲话。不是不讲话，是不需要讲小心有礼貌的话。不是不希望增加区域的，那么你们做就这种事啊？不稳定或增加区域的一些风险，那个危安的因素啊，我们国家是不赞同的，就是不希望。部长，我让你想一下，我再多一点资讯给你哈。另外，部长，这个外交部长，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哈，或者我们讲这个副国务卿 Robert Work， 在3月30号。就最近而已，这两天而已。他在美国的智库发表什么谈话，你知道吧？你们有没有掌握这东西？针对中国即将在南海划设 ADIZ， 你们有没有掌握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印象哦。你没有这个印象啊？我没有看到。哎，我不晓得，请北美士来。你在报告南海事务，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朋友美国。针对马英九最重要的朋友中国在 ADIZ 有发表讲话，你们没有掌握啊？报告委员，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南海划设 ADIZ 的立场一向是表达没有一向，这次针对南海要怎么说的？他确切的话，我们并没有这个记忆啊，但是我知道他曾经在这个我告诉你哈，这个、活动上表示美国的国防副国务卿 Robert Work 在3月30号。主动提到，美国已经告知中国不会承认中国在南海划设的 ADIZ， 也在重申，他还在多说一次，不会承认东海2013年划设的那一个防空识别区。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主动提到南海这个事情？因为美国情报单位认为，你部署了飞弹，你部署了战斗机，你部署了很多东西，下一个动作。他就准备把它划这个防空识别区，而美国从东海，他认为这个私自划设的东西，他是不承认的。全世界只有中国，现在几乎只有中国要求我们飞到 ADIZ 要通报要识别，目前是这样子嘛？所以你们这个状况完全没有掌握到。鲍委员，我们有掌握。我说 Robert Work 讲这个话，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美国对。南海部分的这个 ADIZ 一向是持这样的立场。OK， 我回到国防部长好，高部长，
还有我们国安局副局长啊，国安局的报告里面显示，南海周边国家强化军事部署，对我太平岛防务海上运补形成威胁。当你们的评估，应该国安局的评估是包含了中国，对不对？哦，副局长没有错嘛，哈。那包含中国，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国防部跟国安局，如果中国把太平岛吃下来，他现在有没有能力把太平岛打下来？中国现在我们现在了解到，他其实在南海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政策也是和平共处啊。我那个是我们希望维持一个和平，但国防跟国安的准备应该是从最坏的地方做准备嘛。那当然，我们所以你不是和平大使，你是国防部长、欸。我知道，跟我。所以我现在问你一个很简单问题：中共在那边的部署，目前有没有能力把太平岛拿下来？要多久？他现在在南海的兵力并不是很大。他有没有能力把我们拿下来？他在周边的部署。如果以我们现在在南沙的兵力的话，我们有一定的能力啊，在防卫。可以防卫多久？我看他来多少兵力嘛。所以你们能掌握他周边，他周边他如果要拿下，因为我们现在在南海的政策差不多就是跟中国黏在一起，后面老大哥就是中国，所以越南啊、菲律宾他气得牙痒，他也没办法。可万一中国用一个小规模的行动，不管是要对新政府或者对台湾做一些警告的时候，我现在问的是太平岛的防务可以撑多久？鲍委员，这太平岛现在它有它基本的一个防卫能力啊，我们一直很密切的注意这些事情。因为你们是代训海巡署的官员嘛，任何的进犯啊都有一些征候的，它不是突然的能够进犯的。当然啦、啊，都有一些征候啊。当年科威特被伊拉克吃下来的时候，他也以为不会啊。先前的很多征候我们是可以掌握住的。所以我现在可以假设这东西不是说。我们因为太平岛一个孤岛悬在那里，我们运补的线非常长，所以能撑多久，代表我们的能力嘛。所以国安局那个副局长，在你们的报告书的第三页，你们把周边的威胁都分析完了。国安局建不建议那边恢复海军陆战队驻军？好，我想目前政府的政策是和平使用，搁置争议，然后共同开发。海军陆战队的驻军会影响和平吗？我们不是影响和平，而会造成区域的紧张跟不安的一个现象。所以马总统带着军舰到那边去登岛，他也是会增加区域的紧张啊。我现在问的是我们国家领土的防卫有没有必要嘛？我想这个必要性在，因为周边的国家大概都是海军陆战队在驻军呢、啊。我们现在是代训海巡署的官兵在那个地方。所以，以国安局单纯站在国家安全的评估上，你认为那边恢复驻军有没有帮助？我想，以我们目前对太平岛所使用的政策而言，我们现在用海巡署的兵力在那边驻防，足以执行我们维持和平跟紧急救援的各班的任务，应该没有问题。所以你这个还是没有答案的哈。那国安局对中国即将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 ADIZ 有没有掌握这个情资？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析，不管是他在那你们的判断是什么？我们现在看他在南沙七岛礁的动作，以及在永兴岛近期部署的这个机动这个红旗九的这个飞弹的这个状况来看，他仅是在做战场的经营，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来达成做宣布 ADIZ 的这个状况。他宣布 ADIZ， 他其实不用付出什么成本啊。你刚才讲他战场的经营、啊，他光宣布，如果他没有能力掌握，他宣布的意义是零。不是，他宣布他要掌握所有，他在东海已经宣布过了，也做了一些试探嘛。所以你判断他会不会宣布？我相信这要看情势的演变。就目前来看，他不会宣布。所以你们的判断跟美国不一样、啊。我们没有不一样，我们还在持续判断当中。美国的国防部认为他们会宣布啊，所以他们提早预做动作。预做动作告诉中国，你这样宣布我不承认，那你建不建议我们国家不管是透过陆委会或者外交部提早预做动作说我们对这个也不承认？我想我们就风险管控的立场而言，如果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它发生的可能性，我们不应该预设立场。所以你们跟美国方没有在这方面交换情报？我们有跟各个合作友方。副局长，当年2013年的11月，应该我印象是23号，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时候，你们事前有掌握吗？我们有各项的情资。事前有没有掌握？我们有掌握各项情资。
有掌握，所以事情我们政府也没有做任何的预先动作。我想政府应该也有做各项的预防措施。我给各位看一个表哈，啊，这个表比较小哈，这个表是当年11月23号中国宣布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时候，美国声明不予承认，还动作上是派出 B-52 轰炸机飞进去，我就不理你，我也不通报你。日本不予承认，派 F-15J 飞进去，我告诉你，我不予承认。韩国呢，对其主张不予承认，而且派飞机沿着他们那个岛飞一遍。菲律宾对其主张不承认，而且呢，拒绝承认这个识别区。澳洲除了口头表示不承认，而且认为这加剧那个地方的紧张以外，澳洲还把中国驻澳洲大使叫过来。那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那时候就说，我们享有主权，我们一切都不变，而且透过管道发表严正立场，连反对都没有哦。我们台湾那时候对东海识别区是软成这个样子，而东海识别区影响最大是台湾哎，我们的演训场就在那个地方啊。可是全世界各国态度做出来，动作做出来，我们的情报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做的动作也跟人家不一样，软的跟麻吉一样，严正声明的，连严正反对、警告都没有。各位政府的官员，这样做，难道其他各国都无视于和平吗？我们台湾对这个区域的维护是这样子吗？所以我回到国防部长，南海，中国要划飞行情报区。他这 ADIZ 哈，他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美国会做一些预先动作。你画了之后，我也不承认，我不承认还会做一些动作。当时的东海发生了，我们做的动作就这样子而已，影响那么大。南海他们要做的话，你做一个国防部长，守疆护土是你的责任啊。是的，所以对中国如果在南海划设ADIZ， 今天你站在这边，你国防部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当然会对这些表达我们的一些。你承不承认嘛？你接不接受？不是，其实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时候，我就讲过，很多国家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反对。我现在在问我们国家的看法，我们影响最大。我们已经严正的表达我们的立场了。你是怕得罪中国，还是怕得罪马英九了？我不怕得罪任何人。所以我就要问你嘛，对不对？当年马总统在接见的时候，还把 FIR 跟 ADIZ 搞混了。跟委员报告，起码我们在我们国家的防空识别区，我现在是管得好的。主席，抱歉，我再接一分钟就好了。我请问高部长，中国在南海划设 ADIZ， 你承认还不承认？接受还不接受？我不会，我们不会做任何的改变。我们对我们的任务，对我们都还是照我们的方法来做。美国的副国防部长都出来说不承认、不接受，而且提早告知中国。你在这边，他是你连个不承认、不接受都不敢讲，不是这样讲，是说我们认为他这个不宜，而且现在这是大家的预测的。你能不能这边就说你不接受嘛？你接不接受嘛？防空识别区本来就是我，你知道我们防空识别区我们不接受，我不给你通报，那是我的事情。可只有中国他是要求你要飞进来要通报让我识别啊，所以我现在问你国防部的态度，因为常常到那边去是你的弟兄啊。我跟委员讲，他设防空识别区在那边是本来就不是一个很适宜的一件事情嘛。时间大了哈，你接不接受？你说不出来。我本人当，因为他不是你本人，你是国防部长啊，拜托你啊。好，时间大了啊。好，谢谢。我们李勋宁委员质询完之后处理临时提案啊，这样。好，我们现在请江启臣委员来质询。好，麻烦主席邀请两位部长。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请。江委员好。部长好啊。昨天双英会，其实两位这个一个是要卸任，一个要就任的总统啊。进行首次的会面，当然是总统就一定会提到外交、国防这些事情。
那今天报纸有提到说，马总统有提到关于外交警讯的问题啊，甚至有对即将就任的这个蔡总统提到说，邦交国危机，有这样的事吗？有没有？我跟委员报告，其实针对每一个邦交国，但我们都会做一些评估。对，那就我们整体的评估来讲，所有的邦交国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对于我们的邦交国有一些拉拢的动作，但我们也会持续的注意。所以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危机了，就是因为市场有一些讯息，但我们要去掌握。可能不是危机了哈，对，没错。或者是说你刚刚提到拉拢的动作，是不是最近有加强？还是说它的力道密度有没有提升？我们觉得是持续的有在进行，持续有在进行。像这一次马总统到中美洲去访问，事实上我跟委员也沟通过，对，那中国大陆透过这个中拉论坛，事实上他们就已经持续的在拉拢这些相关的国家。22个国家都密集在拉拢，还是有特定国家他们特别想拉拢，还是特定国家特别有可能被拉拢？但我想还是应该有特定的国家，特定我想特定的国家，像巴拿马吗？像我想拉丁美洲，事实上透过中拉论坛，事实上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报纸也说要派我们前副总统啊，吕秀莲去派驻巴拿马，这样子是某种程度上想办法来拉拢这个邦交国吗？那个讯息我不了解啊，因为我并不知道。啊、当然，我是觉得对于我们所有的邦交国，我们都应该重视，我们都应该加强。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府一贯的做法。当然，这是媒体报道了，有提到说派李前副总统去驻巴拿马，派苏贞昌前院长去驻新加坡，然后派谢长廷前院长去驻日本。其实就他们过去的资历，这是很高规格，没有错了哈。是。那您在外交的领域这么久，你也是职业外交官，你认为这样子的派任、啊、如果有了哈，当然他们现在好像也否认了，如果有这样的安排，你认为恰不恰当？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基本上我是尊重我想新政府的做法。新政府那我觉得如果说他们的评估认为这样做对于我们这些不管邦交国或者重要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帮助，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啊、那实际的情况我并不了解。对，当然也有媒体写说是树木养、啊、当然，可是我还是想要请教你专业的看法啦，就是说这样子的层级的派任、啊、到这些邦交、欸、不是邦交国，这些都、欸、只有一个不是邦交国而已啦、啊、是派任到我们的一些友邦、啊、你觉得从层级的考量，他们过去经验的考量，对方是不是会接受？这个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评估。我觉得我们要尊重这个新政府在用人方面的这些规划。如果整体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基本上都予以尊重。好，谢谢部长哈。那当然，今天南海的情势跟这个互娱的一个状况啊，刚才你也提到很多，就是最近印尼这个强势互娱，我们的一些因应做法。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啊。这个印尼在处理两岸的渔船上面最大的差别待遇是什么？我觉得印尼现在基本上是非常坚持，就是他们自己互娱的动作，不管任何国家，对，其实委员也了解，其实中国大陆的渔船也有被印尼炸沉，那我们到现在事实上是没有，哦、他们也有被炸沉啊，有，还有包括这个。越南包括菲律宾其实都有，其实印尼在过去这一年多来已经炸成相当多的这个外国籍的渔船，所以我们大概也仅能宣导我们的渔船说经过那里要特别小心，这是我们能做的，是不是？对，我一方面要宣导，一方面我们也要了解这印尼方面作业的方式，那另外我们现在也在跟印尼方面谈，因为一方面希望厘清这一次本身的这个案情，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就渔业合作这个执法合作相互通报的部分，现在有办法有进展吗？那我刚才已经报告过，我们现在跟印尼接触的成绩其实是超过部长了。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来针对这些相关的议题来做。有哪些国家目前跟印尼签有渔业协定的？因为印尼基本上现在他们是不愿意、跟其他国家分享渔业的资源，他并不愿意分享他的经济海域嘛。对，现在是这样子。对对，可是至少针对执法的部分，如果说我们去印尼投资的部分，
因为委员也去过印尼，过去我跟对印尼的了解，他们是欢迎我们在那边去投资，不管是跟当地的合作，或在当地做渔产的加工，所以跟他们来利用当地的资源，这个部分他们基本上是欢迎。我们现在其实是有不少渔船，实际上是挂印尼的旗帜啦，是的，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啦，这个是一种合作的方式。那所以我们等于是变相鼓励用这样的方式吗？还是？但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渔船当然是用一个最好的方式了，这样合作这样事实上是一个机制嘛，可是事实上是需要双方面来共同同意，来共同来研商。当然这个要双方未来去谈判决定了，我们是希望还政府还是要展现我们互渔的一个决心啦，所以虽然有时候武力我们没有办法，可是外交的管道还是要善尽所有可能的管道啦。是，你刚刚讲的合作是一种，但是有没有其中一种方式，我觉得可以去思考。我跟委员报，事实上印尼方面在29号，我们昨天收到电报，他已经把正式把他们的书面的这些资料都送给我们。那我们当然会做进一步的评估。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渔业署在近期内能够派员到印尼去。我想希望大家坐下来，能够把这个事情，我们希望这个可以赶快进行了。是的。那南海的问题呢？我请教一下这个我们。两位部长啊，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在讲反对南海军事化，可是大家都在进行南海的军事化，包括中国在内、美国在内，其实这些国家都一样啦。唯独当然台湾现在我们是用海巡署的人员在太平岛上面，我们还没有派真正的军队上去，但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武装这一个岛屿啦。那可见这个南海的情势啊，其实目前看起来是，短期内啊是不会有所，情势不会有所下降哈。那我请教一下部长，你包括菲律宾，他们最近也开始买，要组织这个潜舰的部队啊，然后又买了攻击的直升，反潜的直升机啊。那，5月下旬 G7 要开会。G7 要开会，据说啦，在这个原本要发表的宣言稿里面啊，就把南海的议题排进去的，但是中共去施压要把它拿掉啊，可是呢，日本这边其实非常的坚持，所以这个南海议题在 G7 里面还是会谈到，那可见呢 G7 这些国家他们在南海议题上面想要逐一个统一的一个阵线来对抗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这个国际的情势是越来越紧张了，尤其在五月下旬，然后那时候又接近整个国际法庭的仲裁的时刻啊，我想请教一下部长，两位部长，一个是外交，一个是国防啊，这五月下旬其实很快就到了，而且刚好就在520后啊，我们的新任总统上任之后，所以这个情势你们打算怎么因应，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任何因应的剧本，因为这些情况啊，这些 scenario 必须要 有所设定哦，跟想象，否则一旦情势发生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因应，万一 G7 发出一个宣言说在南海的情势上面他们主张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北京那边不满愤怒，那我们的立场呢？我想从外交部的角度，还有一个，就我一起问啊，就是仲裁的这件事情，外交部在过去有提到说哈，因为我们被排除在仲裁之外啊，那也没有来问我们，所以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不能接受仲裁的判决嘛啊，就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也不会接受。那我想问的是，万一国际法庭和仲裁出来的结果，如果是有利于我国，那我们要不要接受？还是我们认为说它永远都不会有利于我国？不，也不是，因为基本上我想这是一个假设性的议题，但我们会去了解这个相关的情况。那首先对前面那个，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也是 G7 的一员，对。但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大家都不希望这个南海地区的紧张情势继续的升高。对，我想对大家来讲的话，就是航行自由、飞越自由，这个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立场，其实中国大陆也没有反对，我想这个部分主要是要确保整个航行的自由，我想这个是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利的。至于说这个紧张的情势是看起来也到一个限度了，所以我们才做一个评估，目前事实上基本上是有一些竞争
哦，是有一些对抗，但是还是在一个再怎么恶化，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并没有说极度的恶化，目前也看不出来。对，也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那对，那针对仲裁的部分，但我们最主要是希望哈、嗯哦，这个因为太平岛基本上并不是仲裁的一个标的了，但我们是、嗯，但是我们希望它不要影响到太平岛的地位。那针对这个任何影响到我们国家整体权益的部分，当然我们会强烈反对。那如果说是针对像航行自由、哦啊、或者说飞越自由这些部分，我想基本上这些原则上我们基本上并没有反对。所以其实之前外交部的 statement 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大概不能讲说我们对于国际仲裁的所有的内容都不接受了。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利益的我们不能接受、啊哦、对我们负面的这个利益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接受嘛？对我们主权有伤害，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啊。但是国际法庭他的仲裁还没有出来，万一他出来对我们是正向的影响，那你要不要接受？你要不要把它拿来引用？你有可能要拿来引用、欸，哎，作为你国际声张。我了解，我就是跟委员报告、哦，因为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哈、哦、这个应邀去参加这个仲裁，没有错。那我们也没有应邀去做任何的听证。那我们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我们是不公平的，所以基本的立场，当然我们是有、哦、是有反对的。部长，我还是认为这个事情要谨慎一点哈、哦，因为这个在未来一两个月可能就要发生。了解。所以我请教一下我们国防部部长啊、哦，这个高部长是。前几天啊，29号下午，我们知道有一个过去当兵被验退的游姓男子，是啊，他是那时候是因为被检验出来说他是有精神上面的问题，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被验退。然后他29号下午，各位都知道，他拿着这个锯子去砍杀这个清洁队员，新闻也有爆出来啊。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于说，既然他是因为精神上面的这些问题啊被验退，那在依据啊我们精神卫生相关的法规，他在验退之后，你是不是国防部应该要去通报我们其他的卫生单位，或者是社会单位，甚至是警政单位啊？所以这个人其实他这边验退，他已经被这个我们公家机关公认的这些哈机关来检验说他是精神上面有这个异常的啊，所以你才验退。那验退之后，横向的你们好像没有去做通报嘛，对不对？而且这样的人数你们知道吗？历年因为精神病因素而停役的服役者约有1000多人哦，约有1000多人啊。那这1000多人我们好像都没有去追踪哎。鲍委员，我是军医局局长，非常谢谢委员关心这个议题啊。那依据那个精神卫生法的第29条、30条、31条里面啊，它是有律定，什么样的状况要去通知相关的一个卫生主管机关。嗯。那目前呢，我们并没有相关的法规啊，要求我们要做横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通报。那你们觉得该不该横向通报？那个我们非常那个。尊重那个委员的一个提议啊，我们将来会在适当的就是这些因为精神障碍停役验退的人员，你如何转介到卫生单位去做追踪？是啊、哦，起码我不能说你们那里有资料，然后出了军队以后，外面通通都没有资料啊。啊，今天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情去追查，才知道说，哎、欸，过去他是因为这个因素被验退的啦。这是我们尤其现在，其实我们刚好在讨论这些相关的事情，是不是一并好好检讨一下啊？因为毕竟从过去历来，监察院也调查过啊，因用精神状况或者是障碍而被验退或者不用当兵的，有1000多人啊。当然，我不晓得这个是有一些是不是拿这个当借口，我不知道。但是起码这些都是经过国军单位、军医单位检验。认为说他的确是符合这个资格的、哦，所以委员这个建议我们会下去找卫福部，我们来共同研究一下，好不好？我们希望你跨部会去谈一下这个问题，你们将来怎么样横向联系，让这些资料可以被列入追踪跟列管，好不好？是的，好，谢谢。好，下一位，换了。我们请这个陈廷飞委员质询啊，那陈委员质询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啊。
谢谢主席哈，我们请外交部长、国防部部长。两位部长请。陈委员好。部长好哈，部长，我想先请教一下哈，日本在与那国岛成立陆上的自卫队基地，而且也组成了沿岸的监视部队。那因为与那国岛跟我们台湾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相近的，那这个部分我们目前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谢谢委员，这个我们一直很关心啊，在我们周边所有的国家的一些军事的变化都我们都很关切。与那国岛距离我们台湾东岸100多公里，所以它的任何的一些军事的设施啊，我们都会很关切。那这次报载的这个它监侦部队，其实它在去年就已经公布了，这是日本在西南诸岛要强化它监侦的那个能力的时候啊，他就已经规划了，他只是按照他的规划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是按照规划，你认为说对于我们台湾整个所谓军事训练的问题，还有我们所有相关靶区的问题，这是没有影响的？不是，跟委员报告是这样讲啊，他我们现在了解的，他是一些对海面征收的一些雷达或者有一些电侦的装备。可是这个跟委员报告，一般我们国军呢、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任何的演训呢、不管是其他国家的飞机或是渔船，也都一直在侦测。所以我们对这方面，我们国军有一套严谨的规定，就说在演训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发射的管制，有一些用我们的不同的频道，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参数，所以可以避开这个侦测，保密到最佳的状况。所以你认为说，今天日本在与那国岛所设立的这个监视部队，是对中国影响比较大，还是对台湾影响比较大？我想他的目标应该是中共，不是针对台湾。是中国，所以我们台湾是有办法透过一些我们自己的方式来避开这些雷达的侦测。是的，跟委员报告，其实与那国岛在那边那么长时间啊，他都没有，因为最近中共的船只穿越第一岛链啊，次数是相当频繁的，所以他才在西南诸岛强化它的监侦的设备。那我再请教一下说，现在在永兴岛设飞弹的部分，其实很清楚，在中国的态度跟他的做法是更为积极在南海这一块。那我们对于这样子的方向，我们该怎么去应对？报告委员，他在永兴岛西沙的永兴岛上，他经营了很久啊，所以他在上面的不管现在报载的飞弹也好，或防空还有战机也好，它是经营在西沙那一块。南沙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它都是一些填海造陆，它现在还在做它一些基础的建设。它所以等到这些基础建设做上来之后，南海的压力就不是我们用讲讲就可以去解决的喽。可是跟委员报告，这更恐怖哎、欸！我跟委员报告，其实不管美方也好，其实东协的国家也好，大家虽然在军力上是有，都在成长了，可是大家都在谈一件事情，也就是区域的稳定和平嘛。每一个国家都是啊，所以现在中国它是对于区域稳定和平，它是持一个比较对立面的做法哦。这个对立面的做法，除了它布置飞弹以外，它也做了一些基础建设的一个预备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等到它基础建设做上来之后，再加上飞弹，可能南海的紧张程度会更高哦。那这个部分，到底我们怎么做因应？而且今天我们所看到，它在永兴岛所部署的一个空防系统，它是跟俄国的 S-300 的一个飞弹系统是相似的、哦，这是美国所说的一个证实记录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台湾自己怎么去面对？因为我们永兴岛那个，我想我们的船舰经过那边啊，距离还是有一段距离了。就是我们现在去南沙的巡弋也好，它的射程是达到125里耶，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射程，基本上你要避，有时候是没办法避得开的哦。不，跟如果它有所动作的话，我们可以避得开吗？不是，委员，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去南沙征询或是运补的时候，啊、哦，它红旗九号的飞弹的射程跟它的一些距离我们是有掌握的，所以我们不会
啊，造成我们的军机或军舰的一些啊威胁，不会在那个范围之内。所以你们是以监测，然后去避开那个范围？啊，不是，我们会不会让它在？我不会把。所以我们现在是属于用被动的方式在做防范。任何的都是把自己的军队不会置于最高的风险之下。当然啊，可是问题是中国的动作越来越大。那我们在南海情势这一块，我们该怎么应对，而不是以被动的方式？是不是我们有更好的一个方向去做处理？跟委员报告，所以我们前几年一直在强化海巡署的基本战力嘛，这一直在做。其实海巡署是他在守，他的训练，包括他的射击，包括他的保养，几乎都是国防部在后面来支撑他，就是希望他有一定的防卫能力。那至于他面临到一些突发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的防卫能力够吗？报告委员，我们的防卫能力够吗？有一定的能力。依照我们现在我们的军力跟武力，我们的防卫能力够吗？报告委员，跟委员报告，现在啊，在任何的这么透明的时代啊，资讯啊，其实情报大家都可以蛮掌握得住。要去做一个登岛的作战的话，也是需要一点时间，会要集结兵力的，不是说打就打的。这个部分啊，未来情势一定会更加紧张啊，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应该要更为积极啊，怎么去做防卫，然后我们要怎么积极的态度，然后甚至在我们的军力跟武力当中怎么去做加强，其实这是我们所期待而且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啊，而不要让我们觉得每一次讲到南海情势的时候，我们自己好像就是被动的。不，其实我们国防部针对这些事情啊，各种的因应计划，还有我们一些强化的措施，我们一直在研讨，一直在做这些啊规划。好，那我问那个外交部长哈，部长，我想请教一下哈，双英会您了解吗？哈，你昨天应该都有清楚马英九总统说了哪些话，对于外交的部分您都了解吗？哈，那他有一个部分，他讲了说邦交国都有危机，现在今天大家就在做解读了。这是一种外交的威胁吗？没有，我刚才已经也跟好几位委员提到这个事情了。就我们的邦交国到目前为止的情况都是稳定的，但是中国大陆在过去这几年还持续在拉拢我们的一些邦交国，但这种现象是有，所以我不认为有这个危机哈。所以我就觉得奇怪了，因为在3月7号也好，3月31、21号也好，对，基本上这两次外交部部长在我们国防外交委员会所说的，都说我们的邦交国是稳定，稳定没有危机。3月7号跟3月21号这两天，可是偏偏马英九总统在3月30号的时候，在做双英会，却提出了我们的邦交国是有危机的。那我们是要听部长的还是要听马英九总统的？到底哪一个人所说的才是对的？对，委员，我不了解那个他们双方面实质谈话的内容，至少针对外交的部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就是没有危机。那有一些现象，有些现象就是中国大陆在拉拢，这个情形是有的。那这种讯息，当我们会做全面的掌握。那我们相关的灯号事实上都定期的在检讨，我们认为目前并没有外交上面的危机。所以中国有在做拉拢，可是目前我们是稳定，没有危机的。没有危机。所以马总统的讯息是有错误的。不是，我觉得因为看怎么样来做一个表。但是马总统是组长，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国防外交，我觉得要看怎么样来做一个表达。那怎么会在这个双英会在做交接事宜的讨论？我觉得是应该是做一种提醒，就是说在外交方面还是有一些困难，我们需要来克服。那有些问题要去因应，跟去做出有威胁性的字眼，这是不同的。没有，我觉得我当然媒体的报道我不了解这个背景，那双方面的谈话内容我不了解。没关系，至少针对外交的部分，我可以很肯定的，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委员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在我们的委员会做了慎重的表达，没错，没错，就是没有危机，没有危机，没有危机，稳定中，至少稳定是。好，那我再问部长，部长，在这一次印尼的这一个公务船涉及我国渔船的事件当中，我想请教一下说我们怎么去对谈。其实你们说的我们可能要启动双方的对谈，那怎么去启动？不，我跟委员很简单的报告，印尼的态度我们可以，我想第一步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些相关的报告，相关的说明，
啊，这个部分，那我们的渔船在抵达新加坡之后，我们渔业署已经派人去慰问他们，也了解实际的状况，已经有一些报告。那我们事实上驻印尼代表处也跟印尼的相当高层级的各方面事实上都有联系，印尼方面也提供给我们相关的报告。依照目前，我想请教一下，依照目前事情发生到现在，你们跟印尼来接触的一个对话窗口，现在得到的讯息是善意的吗？我觉得是应该还是相当正面的，就是印尼方面已经在3月29号，在之前有一些讯息是比较不够完整，3月29号他们有给我们比较完整的讯息，但印尼有印尼的立场，我们也有我们的立场，现在双方面需要做进一步的比对，所以我才在委员会里面特别提到，我们也希望渔业署跟对方的海洋渔业部，我们能够坐下来把双方所提出来这些证据来做一些比对，做一些厘清，一方面厘清这一次的事实，一方面也希望对未来的这些合作的机制，能够来做进一步的协商。我们请渔业署署长。署长请。委员好。署长，外交部部长建议你们要赶快启动两岸渔业当中的一个协议谈判。那你们认为呢？跟委员的报告哈，其实我们昨天也跟外交部在做諮商了，我们也当然也是希望说，这个过去的事情我们要很清楚，那未来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要可以期待，也就是说双方要坐下来，对时间点这个合作，我知道署长，时间点，既然你们都认为应该要坐下来，请问时间点，你什么时候要跟印尼双方？就这样的一个渔业方面的协议，未来大家可以依照这整个 SOP 进行，不会让我们的渔船因为遭受到公务船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而且公务船其实印尼它其实有6个政府单位，它是具有海上执法能力耶，那我们怎么去辨别说它是或不是，这个都要有互信。而且我们的渔船它怎么去辨别，这也是一个重点。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双方这个 站出来怎么去互谈这个协议，什么时候要开始，这不能延误啊。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尽快啦，那当然尽快是什么时候，当然是要印尼也要同意来谈。但是刚刚部长说印尼是善意的啊，跟他们的话刚好把那个时间赶快把它约定。那何时可以去确定这个时间？我们跟印尼之间的沟通没有问题，事实上我们昨天才获得印尼提供给我们一些比较完整的资料，我也希望我们渔业署会做进一步的解读跟分析，我想在这个工作完成，那我们就会，事实上已经跟印尼方面也提出来，我们希望来进行进一步的协议。你们预估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更正面的，因为你们得到的是资料嘛，对，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所有资料的判读嘛，要做进一步的判读跟分析。那判读之后，这是第一阶段，这个工作要完成，那我们就会来做。我相信应该在近期内吧，一两个礼拜之内。一两个礼拜之内，我不晓得这个部分要看渔业署的专业嘛，对不对？我们你们判读要多少时间？因为你们现在是说判读完，这可以同步进行的、啊，判读完然后再去做协议的部分，一两个礼拜。可以完成这个协议时间的一个订定吗？我想这样子啦，就是说我们署里面这个如果是接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些市政的这些资料呢，我们会在这个尽快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一两个礼拜，部长说应该一两个礼拜可以。我们尽快把这个把这个。这个不能拖，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渔民都很担心，什么时候他又要变成面临公务船又突然的袭击，那他到底该怎么面对？好，麻烦一下，這個、要避免双方产生任何误会了，尽快处理，好不好？好，好，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了，有两个临时提案，请这个议事人员宣读。临时提案一，根据规定，国军人员服现役期间，如有疑似罹患精神疾病之患者，赴国防部所属各国军总医院接受诊治，倘经诊断符合常备兵。病伤残废停役检定标准及陆海空军军官士官病伤退伍除役检定标准载试之精神系统病伤，即可办理停役程序。为目前停役离营后并无转之卫生医疗体系列管追踪之规定，社会安全网出现漏洞，原此要求国防部于两周内会同卫福部、内政部、议政署等相关单位共同研商人员停役及退伍后是否通知户籍地、卫生主管机关，继续给予医疗协助及社会关怀。提案人
江启臣、陈廷飞、刘世芳、王定宇、蔡世应、罗志镇、林长佐、吕孙林、吕玉玲以上宣读。好，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同意。同意哈。好，那我们这第一个案临时提案通过，下一个案请宣读。临时提案二，有鉴于近日我国籍渔船于近印尼水域遭印尼公务船开枪驱离，虽所幸无人员伤亡，但对我渔民之保障、渔业之发展，仍为高度之风险。查2005年至2009年，台湾与印尼曾签署《台印尼海洋及渔业合作备忘录》，然2009年至2016年却无继续签署，以至于无法具体保障我渔民权益。另现有之渔业合作协议，包括台日渔业合作协议、台非渔业执法协议，原此建请外交部、农委会渔业署、海巡署尽速重启与印尼之台印尼渔业合作与执法协议之谈判，以保障我国渔民渔船与经济主权。提案人刘世芳、林长佐、罗志镇、王定宇、蔡世应、吕孙林、吕玉玲以上宣读。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也没有啊，没有我们就照案通过。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质询，请下一位委员质询，请吕孙林委员质询。主席，有请渔业署署长，还有海巡署副署长，还有国防部部长备询。好，以上请备询。署长和部长好，想要先请教渔业署署长。委员好。署长想要就德翔台北漏油事件来请教您，可不可以请您说明，就是目前临近的渔港的渔获有没有受到影响？那我们渔业署针对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做检测的？这样子跟委员做说明哈，目前在那临近有三个渔港哈，那这三个渔港有三个渔港。包括市场，包括石门，包括户基，那这目前这三个渔港呢，都已经有被变这个蓝油所、是，所以这三个渔港呢，随时可以应变，那不会这个不会污染到这个渔港。那另外在这个海上的这些目前呢所受到的污染呢，大致上是比较靠近岸际的地方。那昨天我们的这个水事所呢，就已经呢到附近的这个船上呢抓了这个鱼呢去做了一些采样，采样以后呢，他做官能性的这种判断，官能就是用眼睛、鼻子，还有就是说不用手去摸哈，那这一部分的话看起来是没有受到这个油污的这种污染。另外他也做了，就是说把这个鱼呢去加热了15分钟，加热15分钟以后呢，然后去判断说这个鱼有没有受到污染。那结果到目前，到我们昨天呢晚上，我们得到的他判定的这个结果呢，是在海上抓的鱼呢，没有就受到双方面这方面的这个污染。所以渔获的就是说检测的部分，你们是只有依外观还有嗅觉上面来检测说我们的渔获有没有受到污染吗？不是说只有这样子，那他因为他这个鱼哈，对，因为你看外观，目前所露出来的是油品呐、是油品，那所以呢，这个油品的话，从外观就很容易去判断它有没有受到污染。但是呢，为了要更加的去确定呢，所以呢，他们用他们专业的这种方式，我们的水产试验所，它是专业的，它会把这个鱼呢去送去检验吗？在水里面，它煮了15分钟以后呢，然后拿上来看，那看里面的这个汤或是这个鱼呢有没有这个异味的这种状况。那水事所的这个同仁呢很清楚的判断跟我们讲，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样本鱼的样本呢，检测的结果呢是没有受到污染的。好，那我想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还是要去质疑说这个鱼的本身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受到污染。那希望就是说渔业署就这个部分希望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检验。 我想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包括的这个新北市政府，我们渔业署，还有就是说相关的这个渔会呢，对这件事情呢非常的这个重视啊，因为这个是关乎到这个民生，那也关乎到这个消费者这个食的
实际的这种安全方面，所以我们会很谨慎的去做这一方面的这种工作。好，因为这次的漏油事件其实影响到我们石门的渔民还有店家他们的生计，那因为这样子漏油事件发生，导致说很多消费者他们对于我们的渔获量是有疑惑的，所以希望就是说渔业署针对这个部分可以再去做个加强的检验，那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吃得安心。好，是是。好，谢谢署长。谢谢。那想要再请教海巡署副署长。委员好。副署长，昨天环保署署长在备询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我们环保署本身没有船只，所以想要请教副署长，我们海巡署在这次的漏油事件当中，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协助？好，包委员，我们主要是监控，监控、收证、移送啊，这依照海务法规定。那所以这个监控从案发第一天开始，我们的岸海上就24小时有舰艇在海面监控，岸际同仁也是24小时监控，然后随时有发现那个油污的状况，立即通报指挥所。那这一应变指挥所就是由环保署、农渔业署、国防部相关单位组成的。是是是。那副署长，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增派船只来协助环保署做这样子的清除油污的一个动作？这样子。那目前是由船东来，他船东已经雇当地的渔民。故意免在执行求除这个除海面除污的工作，但因为海面还是少，主要是在岸际这个部分，海面还是少。海面还是少，油花只要油花一对。好的，好，谢谢副署长。那想要再请教国防部部长高部长，您好，你好。如果说环保署有需求的话，我们海军这部分可不可以也派船舰来做一个协助呢？如果跟委员报告，我们所了解的，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直在主导这件事情，我们国防部也派人在里面。如果他们有什么指导，我们都会去按照的计划来做。只是这个刚才海巡署也讲到了，这个海上的救难是蛮专业的。对，就是说海军能做的，我们会告诉应变中心。可是有很多更专业的话，可能船东他们也找了一些我们国内还有更专业的一些救难的一些船只或技术人员在做这件事情。好，谢谢部长。那我想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海巡署还有国防部还有渔业署能够在我们环保署的专业指导指挥之下，可以一起来把我们的油污来处理完成。是，跟委员报告，其实中央一直很重视这件事情，我们所有跨部会的通通在全力来支援，把这件事情做好。好，我希望可以我们一起来努力，来让这些灾害可以降到最低，好吗？谢谢。好，那谢谢部长，还有谢谢副署长。那想要有请外交部部长，谢谢。部长。立委好。部长您好，部长您过去有担任过驻印尼的代表，所以对于印尼政府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是。那所以我们与印尼政府其实交流也算频繁，然后互动也算很良好。但是印尼政府近年来因为积极的护渔政策，导致我们的渔船一直被骚扰也是事实，所以想要请教部长，您会怎么样建议未来的新政府怎么做，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是，谢谢委员啊，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针对这一次的事件呢，我们现在希望说，针对印尼方面所做的说明跟立场，还有我们这边的评估跟分析，我们希望能够做进一步的比对。那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渔业主管单位，就是我们的渔业署，跟印尼的海洋渔业部要建立一个联系合作的机制。我想针对未来，我们觉得除了在渔业合作的部分，那也希望能够在执法的合作，在相互的通报方面能够来做进一步的研商，能够来保护我们渔民作业的安全。好，那部长您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持续来做了，因为我们跟日本已经签署了台日渔业协议，对，那我们跟菲律宾也有这个渔业执法合作协定，那我们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渔民事实上已经有相当的保障。那印尼方面过去这一段时间他们的强力的护渔，那事实上也炸毁了很多艘这个邻近国家的渔船。对，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事情我们会注意到，那我们希望跟印尼方面说要针对这个通报
执法的合作这个部分要建立一个合作的机制，那这是我们一个要努力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尽速的来进行。好，谢谢部长，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是是的，好，谢谢部长。是是，谢谢委员。谢谢主席。好，谢谢。下一位请李玉玲委员咨询啊。李委员咨询完毕，我们休息五分钟啊。主席，麻烦请海巡署跟渔业署，请两位长官备询。是，我们的渔船在海上作业，主管机关是属于渔业署，对不对？那如果在海上作业，这属于海巡署的主要业务，所以这两个署是要有密切的合作的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资讯就是应该要互相的通报，对不对？所以渔业署接获到有任何需要海上渔民渔船需要协助的地方，一定会第一时间给海巡署，对不对？那本席很疑惑的就是，我前两天发文给两个单位，希望能了解这五年来有没有我们的渔船被强行扣押的情形？我发文的内容一模一样，结果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两个公文，结果渔业署告诉我说有，这五年来有59艘的渔船被扣押，海巡署说完全没有。那这个资讯没有合作，没有共享吗？署长，你们解释一下。这样子了，就是说，其实我们提供给委员的这个资料里面呢，包括了几类了哈，包括登检受登检的船受干扰的，还有就是说受到这个追击的，以及呢这个喋血失踪，还有海盗的这个挟持，跟这个渔船遭扣，所以是有不同的这个样态，我们统计出来是有59艘，这是我们的。那但这些船呢，其实大部分除了是在日本跟菲律宾，这是我们邻近的国家以外的这个地方的话，这些资料我手上都有，您有给我，海巡署呢？哦，报委员，我们所得的这，我们所为什么都没有？是不？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的执法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国家有你们关系这么密切，资讯都不知道，难道一定要叫院长派政务委员来跟你们整合才可以，是不是？哦，不是，报委员，因为是所以你第一时间怎么是救援呢？那你不用护送我们的渔船回来吗？不是，那你都不知道。那个是海盗，你被外国扣押的船只，你不用去，就是渔业署他们自己去吗？哦，你的作业是这样子吗？哦，报员在外国啊，被外国公务船舶扣押的话，因为依照我国的公务船在他该国海域被扣押的话，因为不是我们执法范围。那你要知道吗？这个讯息你要知道吗？你有没有必须要知道？对不对？你们的关系如此密切，资讯不互通，所以再好好的检讨。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女士，你们知道她是谁吗？她是谁？跟你们有关系的人。外交部长，部长你会知道吗？林部长，目前没有交涉过。他是印尼的渔业的部长苏喜，对不对？我们跟印尼如此密切，我们的海巡署渔业署也不知道。我是知道了，因为部长你先请坐。你知道你刚刚没有回答，我也没要我回答，所以我就没回答。我问你两个人啊，你们没回答，我说了你才回答。他对于渔业的政策，渔业的主权是非常强悍的，对不对？他也定了几项规则，要邻近的国家都要来遵守，所以他所有在打击
非法到他们的海域的 国家的渔船都有规定。这几项规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国籍的渔船必须要抓人清空船上，而且要集成。在当印尼的经济海域的外国渔船经过他们的海域，必须要把渔具要收好，悬挂国旗，快速还要直线的来通过。所以人家如此强悍，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渔民？经过 这几次我们的渔船发生这么多事情，渔业署你知不知道最近呢、啊，我们有三艘渔船在印尼的掌握之下，本来 要去追击，但是我们得到消息，这个消息可能是我们渔业署通风报信、啊、所以他们赶快离开就没有，但是我们给人家有不好的印象。为什么你知道吗？刚刚叶委员问起，要你们回答，你们都没有回答。有一个刚刚委员所提的那三艘的话，我要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哈。其实那三艘的话，我们也就说，那你印尼的话，你告诉我有什么样的事真相，或是有自己的船名或什么，你告诉我们，好，我们来查。署长，结果他讲不出来啊。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三艘渔船就是我们台湾的船东用巴厘岛的渔民来注册成为印尼的渔船，而且悬挂印尼的国旗、啊、这个就是印尼籍的渔船，是是啊，所以有这种情形啊。那你知道了吗？你刚刚怎么没有讲？印尼籍的政府要去处理啊。是啊是啊，那我们对这个船东是台湾的、欸、船东台湾人的话，那因为那一条船就国际法来看他挂了印尼籍，就是印尼的政府要直接对这条管辖的船呢，要有管直接完全的这种管辖，所以人家对我们的渔船就有特别的去注意去掌控，那我们就必须要来多多的对我们的渔船跟渔民多多宣导一下自我保护的一些措施，这方面应该要，对不对？应该要做。是，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最近非法捕鱼的情形，印尼特别强调不要给他抓到，抓到的话他就谁来讲都没有用。那至于之前被涉及人的渔船，你知道最是什么情况吗？我想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了？这样子哈，那个影片在 YouTube 上我是看的，那看的这个结果呢，我们非常的明显看到那个船上面呢有 BJ， 就 International Call Sign， 就是国际的这种这个呼号，很清楚 BJ 就是台湾，台湾的这个护照非常的清楚，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台湾的渔船、啊。可最重要就是没有挂国旗啊，没有挂国旗，我们也去关心了，那也问了这个我们的船长，那船长的回答是说，圣德才这条船，船上他有挂国旗，但是呢被风吹落了、啊、另外一条船的话，他说他被风吹落，是、啊、因为船出去，你消息错误吧？啊，没有，他说那个旗杆坏掉了，不是被风吹落，被风吹掉了。那因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不是理由，不是借口啦。我想你一艘船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国旗耶，是一定要挂那个，不是一定是旗杆挂的，到处都可以挂哎。我们说他这个你国旗坏掉，你不要再去解释这个。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渔业署要去帮忙他们如何自律自保。我们要教育我们的这个渔民，在经过人家的经济水域的时候，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的这些规范，所以你们制定这些手册，交给他们。这些东西的话，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政策嘛。每一，因为这个是很清楚的，渔民我们都已经做过教育，这个都已经做过教育了。那当然，这件事情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说，我们也知道，船上根据我们的科学上的这些仪器呢，我们判断这些船呢，在进到印尼经济水域的时候，它是连续不断直线的这个航行，所以署长没有捕鱼的迹象。我要跟你强调的就是，你除了好好的宣导，让我们远洋在公海上在的所有的渔船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政策，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所有的政策写在一本簿子里面，去好好让我们的渔民出海碰到哪个国家，我们就可以有个方式。尤其是啊，简单的一些英文的对话，不要说我们听不懂哦，所以你也要去指导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跟我们的渔船，给他们去了解，在我们要如何去在我们船上的安全措施，不只是说
我们有这些交战手册，还有可不可以有他们的防御性的一些器材，或者有一些保全人员在船上，可以让我们的渔民出来更加的安全，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保障我们渔民的生命跟财产。最重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渔业公约啊，还是渔业公约我们没有去签订，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签个备忘录，有这个备忘录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谈判，可以去保障我们的渔民，而且有这个备忘录，外国也可以马上会跟我们渔业署来通知，我们就可以去保障我们的渔民，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做，好不好？做一个说明哈，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因为渔业这个实力蛮大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些渔业国，所以我们在国际渔业组织的这个参与上来讲呢，我们相当的积极，我们是目前是很多的政府间的国际渔业管理组织里面的委员会的会员，所以这个非常的这个，所以我们的海域渔业海域是多么重要，这就像我们的南海主权一样。现在马总统已经射出了两箭的，第一箭就是在1月28号登上太平岛来慰问我们的官兵，第二箭也就是前几天呐、3月23号啊，请我们的 CNN 的一些外媒也在我们的太平岛上来了解我们太平岛整个运作，所以在未来我们的整个经济海域的主权是非常重要的。那最重要的就是国际对菲律宾提出的仲裁，国际仲裁的最终仲裁大概的时间啊就快要出来了，如果仲裁出来的话，对我们整个南海太平岛这个经济海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席是希望我们对南海主权要化被动为主动，好不好？尤其是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外交部长，如果说仲裁之后，这个太平岛是属于一个岛屿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主动射出第三箭？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太平岛的200海里是我们的经济的海域，我们要先去公布、去宣示，这样对我们的海域、对我们的经济未来、对于我们的渔权、我们的主权或者是我们的矿权，我们都有个保障。我跟委员报告，部长，你可以吗？对，我跟委员报告，我想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这个仲裁的最后的结果。好，那当我们会来做进一步的分析跟评估。结果确定了，就是我们太平岛就是岛屿啦。对，因为我们主要是说明太平岛是一个岛屿，但是因为仲裁本身并没有把太平岛就是放在这个仲裁的那个实质的议题里面，但会不会牵涉到这个我们需要来做进一步的评估。完全确定，我说完全确定。对，让那交外交部呢，我们会来做吗？但我们会来做进一步的评估，还要评估。对对，就我们要等到这个仲裁的结果出来之后，对于那国安局所有的状况，你要评估，我问一下国安局了。对，我们会评估，我们国安局有没有来？关局，部长说要评估，那你评估，如果说我们宣布200海里是我们台湾的主权，南海的主权，那这样子对我们台湾会有什么影响？这不是巩固我们的主权吗？可以吗？对台湾是好是坏？是利大于弊吧？我想依据国际海事法的规定哈，这虽然如果是岛，它有200海里的这个经济这个水域，也就是所谓 EEZ， 那么这个200海里的经济水域如果有跟他国重叠的话，那么这个海洋划界这个划域啊，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要必须跟所有申索国各有关的国家做一个，如果我是说如果哈，如果有这种状况发生的话，那么还要去做个海域划界的一个协调或者一个相关的谈判，经过根据国际海洋法的规定来看双方划界到底是怎么样来完成这个协议，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做法。是，所以本席是主张，如果说最后的仲裁对太平岛是个岛屿的时候，我们立即的话就可以宣布我们200海里的一个经济我们的主权范围，这样子的话有助于未来我们不管说是我们习菜会啊，或者是说我们巴拿马会议啦，未来
蔡主席碰到我们的大陆方面的人士的时候，在这个新的议题上面，我们两岸的关系有可以进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对不对？你都不敢说啊？好，时间到了哈。所以这个好好的研议，我们一定要主动赶快的去宣布。我们太平岛跟菲律宾南海主权其实距离蛮接近的，但是我们会来做进一步的。所以我们这个第三舰赶快射出去。好，好，谢谢。我们休息五分钟啊，五分钟之后我们继续质询。
好，我们继续开会啊。下一位，我们请徐真卫徐委员质询。主席好，我们请国防部高部长。高部长备询。徐委员好。部长好，这个本席啊，想要这个说一个小故事给我们的部长听。三月初的时候，本席有质询过我们关于花莲的华东桥路面刨除的这个作业，然后将我们埋设不到5公分的油管给这个刨，然后这个爆裂的部分，然后呢，这个激发了10公尺的火焰，以及烧毁了这个刨路机2000多万的刨路机的部分。在本席质询之后呢，这个业主啊，好，就来跟这个本席来这个陈情。那本席在3月14号也召开了我们的协调会的部分，那这个请我们国防部2个礼拜内给予这个报告，协调的报告。那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国防部好像这个时程上没有抓捏得很好啊，然后这个延误的这个给我报告，但是经过办公室不断的催哦，这个才给我们一个报告。那现在这个本席就讲一下好了哦。我们这个施工啊，这个2000多万的刨路机啊，这个因为这么严重哦，所以这个可能这个业主啊，大概也都要这个四处哦，这个四处跟人家借款哦，那要维持生计。那在这里啊，本席我们看这个那时候在发生的时候，当时啊，第一时间我们刨除路面，在夜间做刨除的时候，第一时间。还没有调查这个，第一时间我们军方啊，非常的强硬的态度，就说这个还没有调查完毕，不能确定是军方的管线。好，那大家这个就，但是我们所有的警义消加入以后呢，这个当然火势有趋缓，可是当5个小时以后呢，花房部终于发现这个油管是他们的，终于发现这个。造货者是我们的花房部，但是呢，花房部却又呛说，谁挖到谁负责。部长，这是我们军方当时的状况，所以引发了当时的我们的警义消以及在场的这个民众，还有公部门的这个县政府，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不满。哦，那请问啊，这个部长，您对我们这个当时我们军方的反应的状况，您有什么看法吗？该我们军方的责任，我们不应该会规避了。是该我们负的责任，我们来负嘛。是，好，谢谢。那这个业主啊，后来这个因为这个跟军方啊不断的沟通协调不成以后呢，这个就有在做这个。官司走法律的途径。那现在啊，很遗憾的是，我们军方啊，竟然倒着要我们的这个业主再赔390几万。除了2000多万的刨路机，我们军方觉得不是他的责任，完全不是他的责任。另外，还反倒跟业主提出诉讼说，你要赔我390几万的油耗。油料这个，我可能要本席在这里跟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主席以及我们这边的官员报告一下，390几万是怎么算的哦？第一个是抢修重练费4万多块钱，将近5万块。第二个是航油汽运费192万8千块。第三个是中油支援抢修费3万多块。包含了油罐车加公务人员工作人员。第四个，这个抽除这个管油重练费20万。第五个是改管前租用中油管线，哦，这个52万。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改签油管工程费68万，还有当天的油管的管油漏出来费用56万多，总共398万4800元。你反倒没有去赔人家钱，还要求人家再赔你的这个费用390几万，这个合理吗？请问我们以一个正常的角度来说，部长不晓得您认为这样子合理吗？各位吧，我请陆军司令给你报，因为球场这一部分啊，我们国军要赔人家钱，也要有一条程序的，这个程序要走完，我们才能赔钱，不是我们国军说赔就赔，他有一个程序要走完，所以他们在走这个程序。是本席啊，这个非常尊重我们这个司法的判决哈，我们这个走的过程也非常的尊重我们这个国防部说赔偿必须要有依据。但是本席在这里只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所有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国防部的态度是如此蛮横，如此不讲理，尤其以一个正常的判断，我想这很难理解我们国防部的做法和作为。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再来看看油管的规定应该埋设 1.2 公尺，这个91年花莲县道路管理自治条例第48条，74年台湾省市区道路管理规则第48条，我们请看1、2、3，人行道不得少于50公分，巷道不得少于70公分，慢车道不得少于100公分，快车道不得少于120公分。我们再往还有，对不起，往上一页，上面自来水管、雨水管、污水管、煤气管、电力管、电信管、油管，您哪一样是符合这些的？报委员跟您报告一下。当时这件事情是103年11月发生，那时候我还在花房部当指挥官，是第一时间我就到现场去。那当时我们是抱着非常谦卑的态度，一直跟厂商在了解情况。那个时候因为大火非常大，燃烧了将近4、5个小时，火没有灭之前，很多管线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的，中油也到场，我们也到场，空军也到场，通通到场。后来最后确认是那条是我们的管线，这是问题。所以说我们当时5个小时是这么来的。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赔偿的过程哈，跟委员一定要报告一下。我们当初是业主主动向我们提出赔偿，用国赔的规定。那国赔委员会我们都知道是很多的律师组成的一个合议制。那国赔的律师，国赔的了解，您要赔偿，我们国防部要有依据。这个刚才本席已经有说明，我非常尊重我们这个依据以及司法的这个程序。那请让本席再把，因为本席真的要在这里把道理讲清楚、说明白，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们知道也看到。好，那在这里我们完全不符合 1.2 公尺。我们看看下一页。下一页就是我们这个刨油管刨路面的部分，好，您看就 1.2 公分。好，往下一页，我跟真的想想看，请问是我们国防部在埋设管线的时候看错单位了，还是包委员他 1.2 公分跟1.2 公尺？是我要跟委员报告，那个桥面阿西的钢筋水泥，他不可能刨 1.5 公尺深，是，所以当初我们跟公路局申请的时候，公路局的条文里面，依据公路局第14条第2款说，埋设要经过公路机关同意。那他如果特殊情形，那当初我们跟他申请的时候，公路局同意，因特殊情形经主管机关同意之后，可以得设置。所以我们依据这个条款也正式申请同意埋设，所以都埋设完全经过一个。好，那请问您有公路总局的同意书吗？有，这是我们公路总局。您看在最下面那里是您必须要埋 1.2 公尺。这同意书您的同意书在哪里？是我进他在民国72次同意我们的这个文号，我都有下去之后 我提供委员。因为您给我的这个资料里面，报告里面是没有同意书，没有附上同意书。那我本席想请教一下，中油也在那里埋了管，而且它是用外挂的方式。
它是用外挂的方式。我们是77年买设，中油是民国90几年，所以它的时间点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买设的时候，这个经过同意之后，我们在靠近它桥边买设50公分。那这个状况，那本席想请问一下，油管，油管，您认为埋设1.2公分，用常理来判断，正常人来判断，我们常常都在做路面的刨除，1.2公分，这个安全吗？这个合理吗？这个对所有乡亲的这个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有考量到吗？以您的反过来再跟业主来求偿390几万，将近400万。那花莲县政府是不是可以提出说，我花了这么多的警义消，这么多数十辆的这个所有的消防车道的时候，我又用泡沫式的，我是不是要跟国防部来求偿呢？这个部分真的是没有道理。另外，在这个油管的部分，我们现在也说是用气运的方式，我们现在这个都不做好。不输油的部分嘛，用气运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旧的油管是不是要刨除呢？没有没有没有，饮水盲风是不做，所以您不做处理了吗？没有，跟委员报告已经不走油了，也不用油了。但是你用气运的部分，对，现在气运在评估。那目前的方式是用顶水盲风的方式。那今年会做警卫店面量测，主要是知道它的管材的状况。那这一段是我们今年会去做的，跟委员做个报告。因为之前也被我们的监察院来纠正，好，我们目前在花东有192公里是7年没有做紧密的这个电位检定。那部里面也说现在是用气运的部分。那另外在审计部也发现全台有24.38公里，我们油管埋设的深度是不够1.2公尺的。所以这个部分在高雄气爆以后，花莲县政府要求我们必须要把油管的这个分配还有设计图要给这个花莲县政府。当然真的全国人民的安全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部里能给各县市政府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图。所有的图是在103年12月份都已经，我们时间到了，都给县政府了。这个请相关单位书面答复，好不好？希望我们部里能重视。好，请听，谢谢。好，谢谢。我们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我们请庄瑞雄委员咨询。主席，我请我们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备询。还有我们外交部长，外交部长谢谢。庄委员好。哎，部长，还有海巡署了，苏定。海巡署苏定来不？副署长，副署长。庄委员好。啊，副署长了。啊，渔业署。渔业署署长，哎。哎，那个讲话足歹，那个足趣味，那国安局都来不？无来，肯定无来。今天国安局副局长。国安局无副局长有来了哈。副局长有来，哎。我先来请教我们渔业署署长了哈，苏定啊，委员好。三月份呐，这些秀琉球啊，那几艘渔船嘛哈，是是，这个盛德才跟联谊星号啊，这个都是本席选区啊，我自己故乡那边的渔船呐、啊，是，所以我特别会去做关注啊，我特别去拜读了你今天提出的整个报告啊。那我看呢，你的结论里面呢、啊，渔业署在今天的报告里面呢、啊，我看你最主要是提到整个纷争里面呢、啊，可能都是要必须要透过外交途径了。署长，都要公布啊，你家啊，该外交部啊，你家针对小琉球级啊这两艘。我们的盛德才跟连义兴啊，受到印尼的公务船呢、啊、这样蛮横呢、啊，他行迹好卡，以为刁难呀。渔业署，你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来帮助我们的渔民？你做未到，你有什么困难？要叫人家倒下手的无？
那这样子呢，就是说，印尼这一方面，他现在是强力的在扫荡非法的这个渔业嘛。这个已经讲很久了，大家都知道，印尼现在执法非常严。是是是。啊对啊，啊你刚才讲咱的渔民讲，印尼执法很严。啊，刚才讲安尼就好啊。我想这里面的话会有几个事情吼、哦，要非常的清楚。你做未到的部分就对啦，你做未到的部分就是说，需要人国部的该倒卡手的啦。啊，他印尼的这种公务船相关的这个资讯，他如果能够告诉我们，那我们会把这个资讯呢给我们渔民。那渔民看到说，哎，这一条船是印尼的这种各个公务船，那他就能够辨识嘛。所以这一方面的这个辨识，那在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有关整个的印尼的这个执法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啊，如果呢能够很清楚，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渔民来知道。好，我等下要给上啊，外交部部林部长，伯定啊，刚渔业署署长的讲法你应该也知道了，了解。这个让我们非常感慨啊，你说台日我们签了哈，你说台非相关的渔业协定。如何来执法？渔业事务执法的合作的一个协定，这个也都签了，已经完成了，是是啊。印尼是安怎？你跟人冤仇哦，还是你那边啊？你安怎？你做啊久拢搞不定，都没有办法着手去进行，没有一点进展，没有一点点的眉目。我今天看国安局哦，他提出的报告啊，跟渔业署提出的报告，全部都在讲，就是你外交部。毫无作为，委员，我想不是这样的哈。其实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台湾的渔船在印尼有登记啊，成为印尼的船籍。那这些渔船当然是可以在印尼的海域作业。那当然。但对于在印尼的专属经济海域，那我们如果没有在印尼登记或者跟印尼没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要遵守对方的法令嘛。针对本案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双方面的立场说明是不一样了。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来做一个理解。部长，你没有听清楚叶署长的问题耶？很清楚啊。对方印尼的公务船是，他如何来执法？海上执法的程序到底是什么？他的准则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国家不知道啊，所以叶署才会跟你讲啊。没有没有，请外交部啊，透过外交的管道。我想去要求印尼政府来做提供啊，不是每个国家针对渔业执，我想是这样子哈，这个所有的执法它都有一个既定的程序了。事实上，可以这次可以看得出来，对方他用这个无线电来这个用呼叫的方式，这个对攻鸣枪的方式，你说听不我的问题呢？印尼如何执法？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按照整个正常的或者说标准的执法程序？渔业署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的渔民说，如果印尼的公务船今天在真正在执法的时候，他的标准程序是什么？所以渔业署那个的公，这领导搞不爱去拍拼。没有委员，我想要了解哈，因为这个事实上是发生在清晨三点钟。马六甲海峡是有海盗出没的地方，其实即使印尼在做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敢不敢停下来？这个里面是有很多问题，我们要去处理嘛。里面我们的渔船是当然很多问题，我们要去处理。没有错，那问题是长期发生的，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去处理过啊。哦，不是这样。印尼的公务船，这个就跟我们这两天国内发生的随机杀人一样啊。哦，不是这样子，我上面的不是这样。过去枪拿起来开，全部都开那个船舱，还不是这样。部长啊，我觉得你应该要把这个报告好好看一看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哈，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船是逃，因为对方来讲是因为他是依法执法，他认为我们的船上面是因为他是依法逃。啊！你讲这，我跟你问一堆，你也无安全，都无叫对问，叫问题你回答吧。我有回答、啊。我现在在帮你，你是肩膀不够硬，我在帮你谴责印尼政府。我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双方签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双方面要应该要来建立一个合作的机制。你简单的回答本席，为什么跟印尼搞了这么久，没有一点点的进展？就这么简单。我们跟印尼的关系各方面市场有非常多的进展，我想针对这个渔业的部分，那需要来做进一步的努力。我觉得对方要保护他们的渔业资源，印尼的就是我们这边做不到了，给人跨衰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政府这个行径看起来就像个土匪一样，
不，我希望委员不要随便批评对方的政府哈。事实上，这是双方面针对执法的部分。我看到我们的选区的渔民，我们的渔船开出去，我们印尼的公务船拿对着船船枪就一直开，还不能批评他们的政府？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还赞美他嘞。这是双方面要来进一步的沟通，要厘清，要协商，要能够来保护我们渔船的权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立法院不要讲外交辞令。我们要的是你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力去解决啊，这才是重点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来解决的地方吧。我们外交部，我们要配合渔业署，我们一起要跟印尼方面。事实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小琉球的圣德才号、联谊星号，哎，我那不是底下被到印尼去，好像被搞得像被那个。内湖那个王姓嫌犯一样，然后船你爱怎么追就怎么追，爱怎么开枪就怎么开枪。我们是经过一点谴责都没有。我们是经过印尼的专属经济海域，可是针对印尼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使用武力的行为，这个我们已经表示严正的不满，也表示抗议。我看你今天那印尼的外交部长呢？哦，不是，委员不是这样子。这样的针对印尼的公务船，看到我们的船就往船舱去开枪，委员还有去要赎金，对方不过就追逐、哦，不是这样子，不是。委员对方有提出他们的报告，我们现在也要做进一步的评估，双方面要坐下来，要仔细的来做一个比对，双方面要来协商怎么样来处理未来的事情嘛。所以说，我们要保护我们渔民的权益，肯定要有一个正常的途径，不要碰到。单一个案就搞得焦头烂额哦，也不会，不会讲起来该我们该把它谈好的事情我跟委员报告，我们跟印尼的沟通事实上是到部长甚至于更高的层级，事实上这个相关的接触，我可以再跟委员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你在笑死人呢？你2014年，你要去个见人的心中痛，你都见人袂到啊，人连插也不爱插你，这你跟人关系在偌好，所以这个谈不好啊，本席一直猜不透。为什么这个国家那么难搞？难搞也就算了，伯弟嘛，多尽一点力量。不是委员，多一点努力。印尼在过去这一两年来，强力在扫荡非法捕鱼的事情，事实上我们都很了解。我也相信渔业署也通知我们所有的渔船，跟我们的让我们的渔民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那这一次在专属经济海域双方面有不同的说法。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能力去保护国民的生命跟财产，尤其对我们这渔民出去要遭受到对方的公务船这样开枪的生命身价，我们大家要按照既定的程序。委员，我了解您的说法了，这个、不能只有说我政府已经告诉你了。哦，不是这样，这个国家已经在强力在打击非法的一个捕鱼了。我们政府要跟印尼要去建立，政府的责任不是只有如此而已啊。不，委员，我们要跟印尼政府要建立这样一个合作的机制，我们要尊重对方政府，他们有他们的做法，有不当的地方，我们当然提出我们的抗议。啊，但是更重要的要建议。我丢个来员工家，上边这不丢，啊，那上边这不丢。委员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跟印尼方面要建立一个合作执法的机制，这个是一个努力的方向，这是要为未来着想。这一次的事情，我们也需要去做进一步的厘清。每次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你们所有讲的话一模一样。哦，委员，我这个我不能同意。啊，不你我们今天跟日本，你只要告诉我，我们今天跟日本发生这么多事情，你外交部你进步在什么地方？你的具体作为、有效措施在什么地方？没有看到吗？我们在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哦，用写的就好哦。不，我们这节的广告我就在下作文比赛那得哦。委员，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跟印尼政府在接触的、在接洽的范围，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深入。相关的资讯我可以提供给委员参考，但是我希望委员要了解，这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事情。不要努力啊！渔业署的报告啊，嘛定义你跟你外交部咧跟你求援呐、啊，你知不知道？部长啊，较谦虚的啦。好，委员，我们透过我们驻印尼代表处，还有我们驻新加坡代表，事实上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协助。那我们会跟渔业署来做进一步的配合。我觉得这个事实，我们希望委员能够了解。你实在是杂头呢，我咧跟你讲的是讲你整个事件不要碰到事情发生以后才要来提供协助，应该跟人讲好些，较怕病，靠一点仔成果出来啦，部长啊。好，我们时间到了。本席在跟你咨询，嘛不是对你，嘛不是歹代志啦。好，给做一挂代志啦。我们谢谢委员的指教，其实我们都很努力了，不是这样。下一位委员，请孔文吉委员咨询。
主席可不可以请那个林部长好吧？林部长配许。委员好。部长那个你好，今天大家是谈那个外交部跟渔业署哈。那这个首先我是想说，这个渔业方面的权益哈，我们台湾的渔船的保障哈，是要国力，国力就是外交了啊。我们不管是外交部，还是国安局，还是海巡署、渔业署，大家要统合啊，大家要把这个什么各方面都跟他们谈，要怎么样确保我们打鱼的这样移民的权益啦。但是国力是外交，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台湾跟印尼有签订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啊，我们总是要有一些保障啊的一个作为啦啊。部长那个。昨天那个马总统跟蔡英文这个他们两位昨天有见面了特别是有谈到外交，那两位呢都是针对外交方面他们都认为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太平岛太平岛这个马总统强调他没有跟中国大陆合作他希望蔡英文未来的总统呢在该议题上不要缺席不要缺席。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太平岛是我们从今年开始以来我们几位首长都有去，甚至于到3月23号红声专案邀请了国际的媒体到这个参访太平岛这个最主要就是要宣示太平岛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嘛。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这个国际仲裁结果是不是已经有出来了，还是怎么？没有，我们预估了，可能是六月间。六月间的话，这个仲裁法庭应该会有他们的判决，应该会有。那之前好像有听到什么国际仲裁这个结果，好像是对我们中华民国是有利的，好像我之前是听到看到这个新闻。是不是有这个新闻还是那只是一个误传？不是，因为我们有看到这个仲裁法庭在2月5号，他们有分别致函给中国大陆，那还有菲律宾，要求他们能够提出进一步的说明，主要就是针对我们所提供的这些太平岛相关的资讯，另外就是马总统到太平岛访视所做的这些声明，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来做进一步的说明。我想这个总是一个有利的发展，表示说我们相关的议题也能够获得这个海牙仲裁法庭的一个重视。那我觉得我们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当然会进行。那事实上我们的我们的国际法协会他们有一个这个他们有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讯，也有送给仲裁法庭作为参考。所以那个整个这样的一个趋势您认为是对我们宣示太平岛的主权应该是有利的，是吧？我觉得宣示主权，我想这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动作，要不管是我们内政部长去，或者马总统去，还或者我们国际媒体，还有我们国内的媒体去，最重要就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太平岛真正的地位。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维护整个南海地区的主权当然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个动作是需要持续的来进行。是。好，那谢谢部长这样的一个说明了哈。那这个我是希望我们太平岛钓鱼台不管是哪一党执政，在未来的520之后希望说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我们是不要轻言放弃了。是的。我们要透过国际的媒体这个来大力的宣传。那我想在这里特别要肯定部长了哈。就是上一次我们九安专案这个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总统到中美洲去访问，那我也是随行的团员之一了。随行团员之一。谢谢委员。我们那一次的安排马总统是受到了各国就是我们特别是瓜地马拉、贝里斯这个我们友邦一个隆重的欢迎。特别是马总统在瓜地马拉的国会这个跟中美洲的国会是这个有发表这个演讲。发表演讲。那一天那个因为520是蔡英文总统要就职嘛那我看到媒体我们现在大概估计有目前为止大概有7个邦交国的这个首长这个总理
是，这都会来，应该会超过，应该会超过。我们的评估已经超过十个，哦，目前已经超过十个，是。但是现在除了南太的六个邦交，啊，像所罗门、马绍尔群岛、吉里巴斯、诺鲁，啊，是，啊，这几个都会来之外，南太六国都会。南太六国，现在我今天早上看到是有一个叫史瓦济兰的，是啊，那个总统，对，史瓦济兰的国王，国王恩史瓦第三世，是是，啊，七个。那还有三个是哪一个？哪三个？因为这个还在规划当中了。不知道你确定了吗？还是说基本上是确定？基本上对。布基纳法索，圣多美普林西比，这是拉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嘛，中美洲还有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哈，是有好几个国家原则上都同意，这个现在还在做进一步的规划。那这个瓜地马拉的这个总统会不会来？瓜地马拉的总统，目前还没有确定，不过基本上他也表示说愿意考虑这个事情。我想那个时候委员在瓜地马拉也了解，然后他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不过有好几位其他国家的总统是确定。那天马总统有当面提出邀请吗？是，瓜地马拉的总统是，但是他没有马上当场答复说他会来吧？因为他是说他因为四月份有重要的活动，他五月份的部分他会来演绎，他会尽量的来推，尽量的来成型。当初他有提到说他会尽量的来做，但这个部分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沟通。那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顾忌没有？别的考虑？不，应该是没有。我想总统出访，他有牵涉到很多其他的因素了。那事实上，我刚才也提到，其实在中美洲有好几个国家会来。本席是认为啦，就是这一次中美洲之行啊，当然是有点遗憾的，就是刚好在这个贝里斯的时候啊，我们听到消息就是甘比亚跟中共建交了嘛，啊，这个是有点突然了哈，啊，那一天马总统也是啊，也在这个这个贝里斯啊。是，这个也回应了。三月十七号，是，对，他也回应了，啊，这个是有点遗憾啊。那在刚好是在我们访问中美洲的时候，但是其他的行程啊，啊，特别是在瓜地马拉国会，啊，我听到我们马总统啊，还有中美洲议会啊，对马总统那种欢迎的那种热忱啊，还有看到我们这个友邦，特别是我们中美洲的友邦啊，加勒比海的友邦啊，特别是瓜地马拉。跟我们是建交了八十多年了，是，啊，瓜地马拉建交了八十多年，这么深厚的这样的一个邦交，这样的一个情谊啊，啊，我觉得我们外交部啊，啊，应该要特别重视，啊，特别是中美洲议会，啊，各国的国会议员啊，啊，都非常的重视啊。跟委员报告，其实所有的邦交国我们都很重视。我想中美洲事实上是我们邦交国最多的地区之一。我想事实上我们会非常。加强这个持续的来重视我们跟中美洲国家的这个双边关系。对，所以我这个本席是在这里啊，特别就是在瓜地马拉的这个国会啊，我听到这个他们唱那个国歌啊，特别是马总统进场的时候唱那个国歌，瓜地马拉150多个国会议员啊，这个唱国歌几乎都是肃然起敬啊，对他们的国家都非常的就这个唱国歌。还有也这个播了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歌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的一个就是我认为啦，我们台湾朝野两党啊，国家的认同各方面都不一样，可是我看到瓜地马拉的国会啊，每一个各党各派的议员唱这个国歌啊，啊，都是肃然起敬，啊，特别是他们国会议员在唱国歌的时候啊，本席是深深的感动，啊。那我认为啦，啊，就是我们中美洲的友邦，不管是贝里斯还是瓜地马拉，啊，我觉得他们对我们中华民国的那种邦交哈，他们是真的是有用心的，啊，而不是只有书面上的、外交上的文书啊，是一个他们政治的领导的人物啊，他们有这个心，他们想跟我们中华民国啊，要建立这样的一个邦交。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应该要去珍惜的，特别是他们现有的这些领导的阶层，啊，所以这个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外交啊不管民进党执政之后啊，我们的外交还是能够跟这些邦交还是能够这个邦谊永固了，是邦谊永固。
那 也不能这个忽视我们南太的、啊、南太群岛的这些岛国是啊，对、这个、南太我们六个邦交国其实邦谊都非常的稳固了，我想委员其实也都很熟。那这次其实这个五二零就职的时候，我想我们南太六国都会来，南太六国哈，好，那希望啊，我们这个南太虽然是小国啊，是，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当成，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非常重视。好，是好，是，谢委员，好，谢。好，下一位我们请林俊宪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两位部长，林部长、高部长。好，部长请。是，委员好。委员好。两位部长好。两位部长，你们知不知道，在今天早上卫环委员会在质询的时候，环保署的卫署长身体不适啊，他觉得好像心脏啊有点疼痛。被紧急送医，听说情况还蛮严重的。你们两位知道这件事情吗？公务员报告我不晓得。高部长，我不晓得。我猜是不是因为公事繁忙啊，或者是在新国会啊有感受到压力？尤其各位是看守内阁，那看守内阁的角色啊的扮演，当然不容易啊。新的民意面对旧的内阁，有长达四个月的时间，这个是台湾特有的一个现象，这个是我们宪法的一个尴尬期。那各位身为阁员啊，尤其身为各部会的首长，在面对新国会的质询，你们有感受到压力，或者是这些新国会的委员对各位有什么样的质询上啊，让你们感到困扰的，时间给你表达你的感受。我跟委员报告哈，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那我觉得外交工作事实上是要持续的来推动。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跟民进党方面也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表达。外交是一个团队了，我们这么多驻外的管处，加上外交部的同仁，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松懈的时间。这个工作事实上是持续在进行，相关的进展其实我们都有。那你觉得民进党的委员质询上？对你有没有造成我没有压力，我跟委员坦白讲没有。我觉得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做一些理性的讨论的，或者针对议题，因为你们两个部位啊，意见会有一些不同，都分别发生重大事件嘛，对不对？我们没有啊，外交部也有马总统不甘寂寞跑去太平岛的事件呢、啊，也有很多民进党委员表达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事实上马总统渔船。没有渔船的事情，我们会妥善的处理。马总统到太平岛的事情，事实上可以看到出来，那像绝大部分的民众民意都是表示支持的。国安部更发生宪兵违法搜索的事情呢、啊，那几天可以说是啊，所有焦点对于国安部啊，应该形成最大的压力嘛。高部长，你的感想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平常心在看了、啊。这现在新的国会委员可能是多面向的问政了、啊，我们也是坦然面对了。至于我们自己部内的事情，啊，我们如果有缺点，我们会来啊把它导正过来。虽然是看守内阁啦，但是有些时候政策是延续的。那各两位身为部会首长，除了我们要忠诚的完成政权的交接之外，那有些事务啊，当然也希望各位在你们任期内，只要在位一天。都应该要好好的来处理了，同时啊，也请两位啊，要保持开朗、开阔的心情，好好保重你们的身体，是好不好？是是，委员真的放心了。我想我们外交部哈，部内部外有2000多人，我想我们的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持续的在进行。那我自己在外交部已经快40年了，我想我们的工作没有问题的。也谢谢委员的关心。高部长可能压力大一点哦，你看起来有一点苍老。不，鲍委员这个。压力是我们自己在做国防业务的事情、啊、到面对国会、啊、我们本来就平常心了、啊、请委员，谢谢委员的关切了。好、啊啊、身体要注意啊。那、啊、我相信啊，新国会当然有新的民意的期待压力，但是大家一定是就事论事
啊，我们也希望啊，国家社会能够不断的进步了、啊，希望可以在本会期啊，民进党占大多数，我们也会跟各位啊，我们保持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我先请教我们外交部哈、啊、部长，台湾啊，一年近海远洋渔业啊，产值超过1000亿哦，是我们算是渔业大国，我们是渔业大国，哎。但台湾的渔民、啊、非常可怜，我们看到印尼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啊，我两个事情请部长，我们是不是先确认一下，我们渔民是不是合法通过印尼的专属经济海域，当时我们的渔船有没有非法捞捕？不，现在我跟委员报告，就我们跟印尼之间确实哦，针对这个部分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才要做进一步的厘清。因为印尼方面呢，他们认为哦，我们啊没有悬挂国旗，而且我们有作业的嫌疑，而且我们在印尼在希望我们停止的停船的时候，我们是加速的逃逸。我觉得这里对我现在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双方面要做进一步的比对。但是我们已经召见印尼的副代表来了嘛？对，所以我们一定手里面有相当的证据，有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不太接受印尼的说法，所以印尼现在不太接受。对我们认为对自己，对我们认为不管怎么样，印尼这种过度使用武力的作为，我们认为是是不够周严，我觉得是有问题。那这个就是要确定的地方了。第二点我要确定的，印尼是不是过度使用武力？对，这个就是双方面要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比对，而且双方面要做协商。不要管印尼的立场嘛，我们的立场是认为，就是我们的渔民是无碍通过，当时是以不间断的行船速度。是，我们是这样认为。现在你的专属经济海域，第二个，我们认为印尼政府过度使用武力，是对不对？是，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向印尼方面表达我们严正的，可是印尼政府并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印尼也提供了给我们相关的新的一些。市政跟说明，他有提供市政，有那证明是怎样？没有这个我们要来做进一步的解读嘛？就到底他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个现在就是说大家各自这个各执一词了。我觉得这个里面真的需要来做进一步的协商。如果我们这两个立场是确认的，台湾的渔船是无害通过，没有做非法的捞捕，同时印尼政府又过度使用武力，我们当然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啊。不，我们是要坚持提出严正的抗议啊！但是我们也要了解说，印尼方面所提出的这个立场说明，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不，我觉得现在事实上是因为双方面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由渔业主管机关跟他们的渔业主管机关，大家要能够做进一步的协商，能够把这些相关的市政要能够做进一步的比对。好，如果是这样，我们请蔡署长在吗？好、来，高部长，你请先回座哈。部长，请回。谢谢。喂，好，好，署长，媒体报道啊，印尼政府啊扣留了大批的台湾渔船，去年有100多艘，有没有这回事？我想这里面的话，有一些船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但是呢，他经营的印尼籍的渔船。那如果这些船的话，本来就是要归印尼政府来管理的，扣留啦。则扣留就是违反我们的自由意愿，就像我们自己的渔船一样，被困在印尼。所谓的困就是不能离开他一段时间。那有没有100多艘台湾渔船被困在印尼这回事了？有没有？我是没有听到说有那些船被扣在那边的。有没有机会我们去了解一下？如果照媒体报道，那非常的可怕呢。台湾大量的渔船。那所谓的困啊，就是违反他们的行动自由，他们不能啊，以各种因素啊被困在印尼。你也不确定有没有这回事？对，因为我刚刚也跟委员报告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有我们台湾的国人。我希望啊，你要确定去了解清楚的这些渔船，你要确定去了解清楚哈。好，好，你请入席，我再请教林勇的部长啊、哦，部长是刚刚提到太平岛的事情，马总统前几天在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你知道吧？知道，是 CNN 的记者问马总统，是否因为中国的因素，他才去太平岛？媒体报道，马总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你可以替他回答吗？我觉得跟中共的因素无关的。事实上，我们过去已经再三的。马总统为什么不敢说没有？对，我们事实上已经再三对外强调，就是针对南海的议题，我们绝对不会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合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访问。国际的大媒体 CNN 来专访我们的国家元首，你在旁边对不对？你们在旁边？我没有在旁边，我没有。我们是不是请报告委员来说明一下？报告委员，我是国川市市长彭庞铎。那个马总统接受专访的时候，我是在旁边，而且他播出来的那个结果我也看到。其实CNN 的记者是不是问马总统，他去太平岛有没有中国的影响的因素？没有。CNN 的那个记者 Emma Paul 他问的时候，他是问的是副问题，也就是他问了好几个问题。他说：“你这样子做是不是值得的？因为周边的人有反对的，甚至有人是认为说你跟国际媒体。重点是他为什么这么问？没有，人家为什么要问说有没有中国影响的因素？马总统才跑去太平岛。”这个就是国际上对我们的看法。那个国际重点不是有没有，而是我们长期啊，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以及依附中国的脸色啊，造成人家一个错误印象。如果不是的话啦，我觉得委员，为什么人家问这个？我们没有任何依附中国大陆的脸色。是我们对外已经公开讲，问别人，我在这里也可以公开讲，我们针对南海的议题，不会跟中国大陆有任何的合作。好吧，这我想应该是非常的清楚。好，你要好，你是部长，你要讲得很清楚哦。很清楚。那马总统又说了哈、哦，他如果不去太平岛，怕国际会误会太平岛是一个礁岩，一个岩礁了哈、哦。这个很奇怪的，很奇怪，马总统很奇怪的一个答案。我觉得马总统不去太平岛，就会被国际上误会他是这个礁石。我想马总统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凸显，是这样子吗？主要是这是他去的主要原因吗？不，我觉得今天如果马英九没有去太平岛，就会被国际误会他只是个礁石。乱来，不是因为最我实在很不容易接受，很没有办法接受。委员，我可以提供这些资讯。他去了国际就不会误会，不是、啊、他没去国际就误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努力，太平岛是块石头。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啊。这是因为菲律宾方面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所以我们才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外交部长，请总统哦，在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尤其面对国际大媒体，他代表国家是我们的元首，好好的回答，你应该帮他准备一个答案吧。好，谢谢部长啊，谢谢主席，是，谢谢委员。好，下一位，我们请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赖世葆委员，赖世葆委员，赖世葆委员不在，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不在，陈罗珀委员，陈罗珀委员，陈罗珀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赖瑞龙委员，赖瑞龙委员，赖瑞龙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好，我们登记质询的委员啊，除了不在场者以外，都已经发言完毕。那报告跟询答结束。本日会议有委员徐志荣、马文君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答复。那本日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或者要求补充资料的部分，请相关单位以两周内书面提供。散会。Thank you.